好，报告委员会，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我们现在处理临时提案，请宣读第一案。第一案有鉴于开放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输台，有事关国人健康与生命安全之具，为目前日本输台食品仍存有辐射疑虑，且在日本输台食品源头把关、边境查验结果等资讯尚不透明之状况下，不应贸然解禁。原此，卫生福利部应提出公开查验源头查核等相关记录，并公布日本食品输台需检附产地证明与无辐射检测证明之执行情形报告之前，维持现行禁止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输台之限制，以捍卫国人健康。提案人委员王玉敏，联署人委员陈一鸣、蒋万安、李彦秀。宣读完毕。好，这一案是本席的提案哈。我想之前有关于这个核灾食品啊，我们为了捍卫国人健康，我们绝对是严格把关了，不准它进口哦。在马政府的时代呢，我们就是同样的立场。现在新政府上台呢，就一直都有人在放消息说要开放这个辐射食品到台湾来，所以呢，我想本席这样的一个提案呢，是为了捍卫国人健康啊。我们是卫环委员会，我想是不是大家委员都应该都可以共同来支持哦？那这个提案有没有人有异议？好，没有异议通过。谁有异议？钟孔照委员反对吗？你反对这个提案吗？那跟这个提案有没有关系啊？一案归一案哈。不是一案归一案，一案一案来处理。这一案有没有委员有异议？没有，没有。好，通过。有意见。谁有意见？好，来，施耀祖说。报告委员，我对内容整个的精神是没有什么异议啊，希望修改几个字啦。那有鉴于开放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输台，事关国人健康与生命安全之具，为目前日本输台食品仍在加强检验辐射之情况状况下，不应贸然解禁。原此，卫生福利部应继续加强把关，并将辐射检验结果公开，并提出日本食品输台需检附产地证明与无辐射检测证明之执行情形报告之前，后面都一样。那前面也无关痛痒啊，前面那个内容跟本席提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异吗？这个也要在这个文字上面斟酌吗？我是觉得文字修正会比较差在哪里？比较跟我们现在做法是一致性的，跟我们想要执行的状况是一致性的。这个没有什么差别吧？不用在这个文字上面做文章。如果立场上一样是，就是要维持禁止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输台的限制，捍卫国人健康，目的都是一样嘛。你前面讲的跟你们做法也没有存在，我也没有在你们的做法上面提出什么要求，你们怎么改变做法，没有啊，都没有啊，好不好？那就按照本席的提案通过。来，接下来第二案，谁反对？吴玉琴文反对这个提案吗？你待会质询可以问啊。本席的提案最重要的是说维持现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禁止无限制食品输台。所以其实我在修正的文字内容稍微修正以后，其实也是维持主席刚刚所说的一个精神。但是对于有一些字词的内容，比如说日本输台食品源头把关、边境查验结果资讯尚不透明，其实这些内容好像跟我们要去执行是蛮有困难的，所以我才说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仍在加强检验辐射的情况之下，不应贸然解禁，这样子在执行上比较跟我们现在顺应现在我们的。你的加强的文字在哪里？你的文字在哪里？你是不是就是民进党的提案？就是民进党的提案内容一模一样吗？那后面有改吗？改的目的是什么？是一模一样吗？我们对一下文字。对啊，这有什么冲突？而且民进党待会还提一个案，我想那就尊重委员的提案，
如果你的提案跟民进党一模一样，民进党的提案待会还会再讨论一次哦。我想这个是，麻烦这个委员大家互相尊重哈，尊重委员的提案。你们待会还有个提案哈，大家再来讨论。那如果目的都是一样，我们就是要维持现行禁止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输台的限制，捍卫国人健康，目的都是一样，那我们就通过这个案子，也没什么好反对的。吴育群委员反对吗？我们这样子的立场，您反对吗？你们该待会还有个提案呢、啊，为什么要反对这样子的案子呢？按照林淑芬以前处理的就是各自。对啊，你们自己还有提一个案子，有什么好反对的？有什么问题啊？你们是要让日本辐射食品输入来台是不是？那反对什么嘛？这个目的就是禁止日本辐射食品不要来台湾嘛，有什么好反对的？他们也同意啊。部长上来讲话，你反对这个案子吗？部长你上来讲话，刚署长讲了，你上来讲，这有什么好反对的？待会民进党还有个提案呢、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若目的都一样就过了吧。的精神是没有反对的，只是这个执行面，看看这个 FDA， 我们没有改变它的执行面呢、啊。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是反映现况而已啊。对啊，没有去反。其实我们也是反映现况，在加强检验辐射，我还是加强检验辐射，在边境上面还是严格把关的。但是在后面里头的疑虑，这个辐射疑虑啊，到今年呢上半年，其实我们那你是认为都还没有验出来有问题的？署长，你现在是说日本输台的食品没有辐射疑虑了吗？你把我这几个字眼改掉什么意思？人在加强检验辐射。好，来，请。这么简单的提案，这有什么好反对的？部长，你马上帮。没有反对，没有反对。我觉得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点是，我不知道卫福部未来会不会开放，还是有限度、有条件的开放。但是未来如何去检验，这当然也是卫福部食药署很重要的重点。所以你们现在内部还没有一个更完整的讨论，要开放怎么开放，或者是开放到哪个程度，你们现在还交代不清楚，所以你们不敢讲嘛。如果有要开放的话，假使这是一个未来会发生的事件的话，所以你们现在讲不清楚，所以你们不敢写。那但所以我们就很笼统的先把它定在，就是说仍旧有辐射疑虑，因为我不知道未来卫福部会不会开放，因为这个是这还不是只有健康议题，对于执政党来说，它是一个它也是一个政治议题。所以我不认为在现阶段食药署敢做什么样的承诺，所以我们也把它定得很笼统，因为这个案子后续叫做且战且走。站在国民党团的立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 绝对是捍卫到底。那但是我不知道卫福部未来会如果有要开放，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去做处理，所以你们不敢写。但是未来你稽核人力当然是一个，你的人力的查核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包括瘦肉精的美猪都是。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把标准定得很死哦，定得很死以后，大家你们执政党也不要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字上的修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接受才对。那这个案子当然后续还会有别的临时提案，这个案子看后续的整件事件的发展，大家且战且走。所以这个署长，你觉得这个文字没有办法接受吗？这个都没有涉及到什么关键的文字、啊，因为到现在为止，从去年的5月15号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要求这42县市可以准许进口的食品，一定要有产地证明，我们的公告一定要有一些产品必须有辐射检验证明，都已经拿了。那到现在为止，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也没有发现有辐射污染的食品进来。那我们的公告里头大家都很清楚哈，没有增加品项，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里头是不是就写说仍在加强检验辐射？因为我们一定会做这件事情，为国人的那个安全做把关。那后面这状况之下，不应贸然解禁，不应贸然解禁，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那原此卫生福利部应该继续加强把关，就是之后我们要继续加强把关，并将辐射检验的结果公开，这是我们同意，
结果要公开啊，并提出，就是后续呢，我们会提出来日本食品输台去减负产地证明跟无辐射检测证明的执行报告，我们会提出这个报告。好了，这位署长，谢谢你讲的。跟本席要求的并没有什么样的冲突，你只是在这个语义上面就是重新再修正成你的说法，有这么严重吗？如果你们赞成的话，赞成就通过嘛，我们就是维持无限制这个食品输台的限制嘛，捍卫国人健康啊，你说你这个目的都是一样的嘛，不是吗？但是在写法是不太一样，写法有那么重要吗？那个语义的那个印象是不太一样。署长，这个写法会影响到你目前为止处理的执行面吗？你现在为止政府还没有新的政策，会影响到你的执行面吗？如果没有，就不要在这边讨论了，好不好？下午还有很多委员要质询。好了，第一案通过，接下来第二案，谁反对？吴坤义委员反对吗？你们还有一个案子，拜托一下帮帮忙好不好？你们还有一个案子呢。主席，报告主席啊，我想大家都没有坚决反对对国品国人的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检测，那只不过是做一个文字上的一个修正，并没有把你原提案的本意啊完全否决掉。那最主要是在于源头的一个把关的问题，我还是要请食药署这边做一个说明啊，这个源头的把关它的困难度在哪里？其实跟因为你把这个文字拿掉之后，他们一直介意说这个源头的把关拿掉，其实跟你后面要求卫福部要继续加强边境的一个检查，或者说是将辐射的检查的结果公开，那你可能在执行上，因为你刚刚一直讲说在人力上处理方是不是在做文字上的修正，但是不会离开啊主席提的一个提案，我想大家都能够透过理智上的一个文字上的做一个协定，我想让国人也知道卫环委员会啊，对于我们国人的一个食品安全健康是非常重要，而且是不分蓝、不分绿，或者在野或执政啊。以上说明。谢谢委员的提案。那在报告主席啊，在去年。我们曾经统计啊，从日本所进口的食品呢，大概占我们边境里头进来的大概有四分之一，它的批数跟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么大量的那个批数跟进口的来源跟产品的品项的时候，要做源头把关，就要政府跟政府之间的协商跟协议，然后由日本政府来协助我们做这一方面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们台湾一定要跑到日本去，每一家工厂都查一遍，每一个养殖地都查一遍，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在边境上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在做这件事情，在加强检验辐射的状况之下，我们不应该要贸然解禁。谢谢。所以署长，你是要告诉我说我们在日本输台的食品我们源头不做把关，你们做不到？不是，源头把关是政府跟政府官方之间互相去谈的。那就去谈啊。我们过去在讲美牛的时候，别忘了很多卫环的委员要求你们要到源头把关，是美牛我们有去查厂。对，那我们今天要求是同样的，辐射食品的疑虑，国人也很疑虑啊。源头把关有什么问题？你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嘛，不能抗拒啊。政府对政府就政府对政府啊。我们现在民进党政府跟日本政府关系好得很，所以没有问题。我们的驻日代表谢长廷先生觉得他的能力非常好，他可以跟日本做最好的一个沟通。你干嘛帮外交部讲话？外交部可以去做啊，我们的驻日代表做得到，你怎么可以觉得他做不到呢？报告委员，因为这个临时提案是针对卫福部的。对，那个部分，所以你觉得源头把关应该是外交部做，对不对？那我们就加外交部几个字嘛，驻日代表嘛，加进去嘛，好不好？就加进去啊。这是本席的提案，等一下，就是我还在跟署长讨论，好吗？等一下，所以你要加外交部加驻日代表没关系，怎么加？加进来，源头把关已经听懂了。食药署觉得源头把关他做不到，是政府对政府的，那我们就赋予驻日代表责任嘛。他去帮忙你们查嘛，我们过去也有类似这样的案子啊，就是我们的驻外单位，今天外交部来，外交部次长上台，
刚食药署的意思就是说，源头其实你们外交部在地，你们应该要去帮忙。外交部要怎么帮忙？来，你说。我们的驻日代表处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跟日本官方讲，我们国内我们的立法院对于食安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们希望源头的部分也要去进行一些的查验跟把关，由你们来负责沟通，加上外交部几个字。我想如果啊，如果在这个委员会里头通过的话，我们会责成我们驻日代表处去先去协商，好，跟日本政府协商。好，我们谢谢我们这个次长勇于认识哈，那我们就通过，然后呢就是由外交部来帮忙做好不好？好，谢谢。好，来，那我们第一案就处理完毕，接下来第二案。我们加强源头把关，吴坤玉委员反对。不是反对。外交部的次长都已经同意了，你在反对什么？不是食物的差异啊，你搞不清楚嘛，而不然后没够。这边我没够，他们赞成要去做啊，政府当然要去做，你为什么要反对？所以我们说源头查是很困难，源头把关是大家想要做的事，你为什么要反对？项目太多很难去查，所以边境检查辐射是可以取代的，你要分得清楚。但实际上，每年组长，你回答的是不是代表源头不用把关？陈一鸣医师当时你是说有做国科会的，不是说国科会的在评估美牛的那个检测，他要发展吴奎玉委员，你说日本辐射食品源头不需要把关，不是吗？我现在就要求他们去把关，你在反对什么？我现在要求他们好好去源头把关，你在反对什么？没有，你美牛跟辐射食物是不一样的。美牛东西都扯进来。没有，你有做美牛风险的计划的啊？我们现在讲辐射食品，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好不好？是你扯进来的，是主席扯进来的。辐射食品要不要做源头的把关？要或不要？我想要怎么做源头？你要定义清楚啊！我说你定义什么叫源头嘛？那外交部愿意去做，你在反对什么？没有，那我们定义嘛。你现在是行政部门的官员，是不是？他们答应要做，你竟然反对。法案要可行，要定义清楚。他们要去做，你在反对什么？源头很模糊啦。我们说我们要让行政单位可行。外交部次长已经答应，他们愿意去沟通，你在反对什么？多一层把关不是更好吗？我想源头要弄清楚啦，伊是讲要沟通尔呢。对呀、啊。为着要做，我们有很明确说他要做到什么程度吗？没有，不是，我们要把食品的安全做好，每一项事情要很明确。没有，你这个是政治议题，这些政治语言，我们为了做好食品的安全，要每一个步骤要弄清楚怎么去管理，不是说模糊的源头把关就可以做好。捍卫国人健康，对，这本来就是政治。在外交部都愿意去沟通的情况底下，我们不懂吴坤玉委员在反对什么？我们把源头厘清比较好管理。我们把让他们去厘清啊，让他们去执行，让他们去厘清啊，没有厘清嘛？怎么会行政部门答应的事情，有一个委员跳出来反对呢？因不答应了哈，你来外交部次长再讲一遍。不分区地点是为了食安把关。因不答应，你为什么这样子讲呢？这是健康议题，搞清楚好吗？这是健康议题嘛？健康议题也理性讨论。啊，对啊，把定义定清楚嘛，行政部门没有意见，竟然有委员出来带头反对，说不要从源头管理，让国人非常的错愕。你欧别讲，我老公不要源头管理，说把源头定义清楚。你答应源头管理，那就通过。不是，那个主管没有定义清楚嘛？什么叫源头？什么叫定义源头？什么叫源头？什么叫源头？他们都已经说可以做的事情，外交部也愿意做的事情，你们的委员在烦什么？卫福部本来就一直有源头管理，但是如何源头管理，他当然人力有问题。但是我们认为，身为立法委员，站在捍卫国人的健康，我们应该从人力的部分允许他组织编制去增加。至于能够增加到哪个程度，是卫福部本身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立法院应该用高标准去要求他稽查的源头人力的管理，他自己要加强。我们今天没有讲说你每一件进来都要验，我们当然知道很困难，但是我们提这个提案，也就是说你源头要想办法加强去做管理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对。在现场居然有立法委员会反对，今天有这么多，连续今天有这么，请维持我的质询时间好不好？维持一下秩序好不好？
我们在讨论临时提案，我们在讨论临时。现在是我跟官员在对，不是你委员。你刚才在讲，我没有在下面烦你哦。我不需要跟你对答，我现在是跟官员对答，我不是跟你对答，我不是跟你对答。我请问食药署，加强源头管理，最近包括那个贵格的燕麦那个事情。也都是源头管理的问题。对于国人来说，每一个食安的事件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但是我知道在源头管理的部分，你人力是有限，但是我觉得从源头加强管理绝对是每一个国人对健康最起码最卑微的要求。我知道人力你或许不足，所以我现在就跟卫福部部长说，你无论如何未来源头的人力加强，我不知道你用设备还是人力，未来可以怎么去做管理，你要给食药署多一点的资源去做。至于加强源头管理，你怎么做？这个临时提案并没有提，授权给你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困难？好，我想刚刚其实那个官员的回答非常清楚啊。食药署是说源头的把关呢，他没有那么多的人力，他觉得这个应该是政府对政府去谈的事情。我们外交部也很勇于认识，他说他愿意让我们的驻外的代表处就这个事情大家来谈，怎么样从源头加强把关管理。而我们捍卫国人的食安，本来就是不是只有边境的稽查，最好的做法当然是要溯源到源头的管理。就像之前我们美牛也希望到实地的美国去查厂，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想大家并没有太多的分歧哈，我们这个案子就通过。来，请回。好，接下来第二案。第二案有鉴于行政院于5月27日发布新闻稿指出，我国参加 WHA 时已针对名称问题向世界卫生组织法律顾问递交抗议函，并对延迟收到邀请函表达延迟抗议，然卫生福利部林昼炎部长于 WHA 会议期间未曾公开抗议，于发表演说时全程未提及台湾，与历年7次我方代表于 WHA 演讲时交叉使用中华台北与台湾二词。今年林部长之发言鲜有矮化我国主权之时，原此要求卫生福利部林昼炎部长为此事道歉，并公开向世界卫生组织递交之抗议函，以示向国会负责之态度。提案人委员王玉明，联署人委员蒋万安、陈怡明、李彦秀。宣读完毕。好，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好，来，有意见请表达，来上场 发表。谁？吴玉琴委员，来，请上台。好，来，行政部门，请说。主席跟各位委员报，所谓这个全程未提及台湾，可能跟事实有一点出入，因为整个这个演讲稿是公布在网络上。事实上，今年是用的是 Taiwanese population， 所以我们是建议把这个仅提及 Taiwanese population， 未使用中华台北与台湾两字交互使用，然后后面的因为这个基本上事实上是也没有矮化等等，所以我们是希望说仅使用 Taiwanese population。那未交替使用中华台北与台湾两词，未符合全民期待。那未来参与相关组织，应朝国人期待的方式努力。我们希望修正成这样子。以上报告。你刚刚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就是不道歉，也不公开信函。我现在要求一个是道歉，一个是公开信函，两个都做不到。跟主席报告。因为在过去，所有的包括在马总统任内的抗议信函，也依例这一类的信函是不公开的。依什么例？以前是没有人要求。有没有人要求？有没有在国会要求过？最后还是不公开。有，把那个记录找出来给本席看。好，那我们会这一案先保留，找出来给本席看哈，要找出来给本席看。就是哪些委员提案要求公开，然后你们的回函说还是不能公开，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对，就是现在马上去找，这一案先保留。好，接下来第三案。第三案，日本五县市食品管制事关国人健康，为目前日本出台食品仍在加强检验之状况下，不应贸然解禁。原要求卫福部继续加强边境把关，并将辐射检验结果公开。提出日本食品出台需检附产地
证明与无辐射检测证明之执行情形，维持现行禁止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输台之限制，以捍卫国人健康。提案人委员吴玉琴、陈曼丽、林静怡、钟孔照、黄秀芳宣读完毕。好，来针对这个提案，主管、主管有没有意见？委员没有意见？都没有意见？好，通过。好，接下来我们刚刚第二案先保留哈，要他们提供资料再回过头来处理。我们先进行质询，我们请钟孔照委员进行质询。好，啊，主席，还有我们在座的一位各位官员，还有一位的媒体记者，大家午安，大家好。啊，有请部长。好，请林部长。委员好。啊，部长好。啊，其实早上为了 WHA， 大家也找了一阵子哦。啊，不是找了，就是彼此的讨论了啊。啊，也针对彼此的议题，也互相做一些的彼此议题的讨论也好，或者说各自阐述自己的主张，其实这个都是台湾进步的原动力了哈。那其实早上那一个议题，其实在上一个会期在第八届吧，第八届因为我后来我也去抓到哈，啊，第八届当时就是针对国安会是不是要来到。啊，委员会这边来做报告。其实当时金溥聪当秘书长的时候，啊，他就写得非常的清楚了。啊，有关本会是我派员备询，其实不管是根据宪法的第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或者说如果说是依据啊国民党所提的第一依据宪法六十七条的到案的备询，其实他都已经非常讲非常清楚。啊，行政院是针对于整个的立法院的一个负责的一个院会，是行政院会，不管他的施政的一个方针或者目标，是由行政院啊来到立法院来做说明跟报告。啊，相对的啊，国安会是属于总统的一个职权啊，大概只能够在如果依据他的第二条的说明跟解释，他大概就是来在预算在审查的时候啊，他必须来做说明跟报告。我想这个会在上立法院第八届第六期的第三次的一个会议的一个关系的文书资料来，对，就已经说明得非常的清楚。我想这一个案子我们就不再继续讨论啊，我们就不再继续讨论。啊，我想我就针对啊我们今天啊卫福部的报告啊或者农委会的报告啊，我们来针对这个议题啊，我做我的。啊，针对卫福部所提这个相关的一个资料啊，我想做一个个人上的一个询问。那这一部分大概就是因为卫福部在长照的问题来，对，特别也提到，因为未来的长照大家都知道，啊，长照因为少子化、老人化之后，长照相对的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那卫福部来，对，也特别提到啊，未来的一个长照啊，未来到底是要用保险或者是用税收啊？因为你那边内部里面是写啊，前政府，他是希望用保险的方式啊，未来是要朝税收的一个方式啊。其实长照，我们在这边卫环委员会也讨论过几次，我一直想就教育啊新任的部长，因为之前我也特别提到，加速一个长照服务，它的能力的一个建制。包括普及跟准备，到底卫福部的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是否能够做说明？好，长照目前的规划是用税收，就是用特别税的方式。那这个因为目前呢，我们最缺乏的其实就是长照服务资源不足啦。那包括这个人力还有建制。所以，如果是用税制的话，政府可以很快的啊，就是把这个资源投入，而且这个有资源重分配的效果。所以早上其实部长早上包括洪慈庸洪委员也特别跟你提醒啊，我们在现有的长照的能力大概可以服务多少个？你们是1:5000嘛哈？
社工。啊，社工。社工人员啦、啊，就是说社工人员的比例是一比一比四千，还是五千？因为长照人力的不足，其实人力的不足啊，作为第一线的这些的社工人力啊，社工人员，啊，甚至贵部到下面的社家属来电嘛，公告就清楚、啊。也因为常常因为工作量要大量加班到很晚。对。其实我要跟你讨论的是，除了增加人力之外，你是不是也要回头去检讨？你是不是要先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就业的一个诱因？上一次蒋部长在的时候，我也提同样的问题啊。当我们在做长照的时候，当我们在对于社工人员啊不足的部分，是不是有其他的诱因？有什么一些卫福部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因为你必须要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就业的机会。因为大家现在提到的都是工时很长，环境不好。薪水又少，然后还要遭受不同家庭或者照顾人的藐视，或者社会不同的意见，到底社工要负担多少的个案？我们会做分级。这个其实照顾这个长照呢，除了照顾服务员之外，还有社工人员，还有护理人员，还有这个复健都是需要，所以事实上。不只是缺这个照顾服务员，照顾员将近缺了30,000人哈，所以要从他的专业跟他啊，他要让他有专业，让他有荣誉感。所以部长你也同意说，应该针对各种不同领域工作人员定一些合理的案量来处理，对不对？对，虽然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呢，但是一定要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其实你要知道，一个社工人员他既要访视，他也要记录。他也要懂一些的医疗，他也要了解一些的法律，甚至做一些的諮商，甚至还要写计划报告。那其实他的工作量也蛮高、蛮重的、嗯。那这一部分的话，我是期待啊，新的部长上来，应该针对社工人员，应该对不同的领域，他、啊、应该奠定一些的合理的案量是来解决他们现有的工作量。因为这么多的个案来对哦，社工人员要负责这么多。啊、包括諮商的技巧，其实这些甚至还要懂一些的理财。这些领域的专业人员薪资其实都不高，啊，工作时间也很长。所以我刚刚提到，对于他们的劳动条件的一个改善，社务部也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哦、好，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因为上一周各位也可以看到，其实台中有某位议员啊，当然他有他的见解跟看法，因为每个地方上的一个明代，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啊、哈，这也不是第一次发生，所以这一次卫福部能够很快的发用新闻稿表达立场啊，这一部分我还是要给你们肯定了哈，但这个真的不够，也不能改善现有的社工的环境，卫福部应该拿出具体的方案、计划和时程。我讲的计划跟时程哦，改善社工人员的工作条件，有合理的条件，才能让更多的人愿意投入这个工作。部长，你愿意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吗？好，这个我们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其实不止社工人员，我们觉得其他的人员劳动条件都要改善了、啊。所以我希望卫福部能够把合理的劳动条件放在首要的考量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这边所谓的加速的建制能力，才不会有困难。你首先的要务是应该要把这些的劳动条件做先行的做改善。这部长，你是不是可以答应？好，我一定往这个方向来努力。另外一个我想提的就是对于偏乡地区的一个长照的资源，偏乡啊，对于长照的资源还是受困于机构的一个设置的法规了哈。因为有很多的闲置的空间建筑有潜力转变为长照资源的一部分，卫福部目前是否有放宽公共设施转变为作为社会福利的设施的相关讨论？这个部分呢，可不可以请
署长来回答。没关系。好，跟委员报告哈，基本上现在我们都会尽量运用那个闲置的空间，让它去活化，来提供这样长照服务的一个，尤其是日照中心的一个设置。那这个是在努力，像那些，我现在不只是说你们在努力，尤其是对于偏乡地区啊，我想我们的核政策也来自高雄嘛，他对于偏乡地区的相关的资源，他应该也很清楚哦。因为有些设置机构的安置与法规啊，你如果没有放宽的话，其实很多设施要作为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一个设施，可能就会有困难。所以我刚刚跟你提到这些的法规是不是要去做延续适时的放宽，因为毕竟偏乡地区有很多闲置废弃的空间，是不是可以作为利用？现在对于偏乡或者是山地原住民地区哈，因为长照服务法过了以后，有关长照机构的设立标准，目前都在讨论。那针对譬如说原住民族地区，它有一些设置真的用地或者是这些设置的那个标准会有一些困难。那这个已经在草案里面，我们是有特别去做专案的一个考量。好，如果你们有做专案的考量，我也希望你们有一个书面的一个时程的一个报告，也让我们卫环委员会的委员啊，不只是我个人哈，也让卫环委员会的人都知道。另外一个就是针对转诊的分级的制度啊，现在医疗问题也很多，包括医疗人员在过劳的医疗分级还不够的原因之一啊，所以今年包括流感的时候也造成急诊室的一个爆满。那在台南，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他也跟成大跟省立台南医院啊也做过合作，我想部长这个合作的病床上的过程啊，他们也做合作啊，就是在临床上有一些的病床可以互相卡把。那我不知道这个成效上啊，部长是不是知道这个后续的一个成效的一个效果？台南医院跟成大的成效呢，这去年的登革热就看得出来。台南医院的病人直接可以住到成大，成大可以直接住到，就不用再转诊了，就直接可以住到互相的病房，这是很好的一个模式。所以说民众的一个考量，其实民众为什么愿意多花钱到大医院，所以其实后续的一个转诊的一个制度，希望能够卫福部在对于转诊的一个制度能够建立更好的一个制度的出来。啊，以上是我在今天在这边的一个咨询说明啊，谢谢大家。谢谢委员。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陈曼丽委员进行咨询。我还是要请卫福部长。好，请部长。委员好。部长好，辛苦了。在国外也打仗，回到国内大概也会看到国内的那个内部的一些的纠纷哈，然后好像没办法让大家都觉得心情很好哈。那我想就说今天在这个我的咨询里面呢，我知道就是说像这个长照未来也会是我们卫福部的一个重点嘛哈。那在这个重点里面呢，其实我想很多人可能都看过一部电影啊，叫做《我想念我自己》哈，就是失智症的这个部分。那失智症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内政部的一些的统计呢，就是说，大概在104年的时候，我们台湾的失智人口大概是25万哈，也蛮多的。然后推估到后来呢，可能会到民国120年呢，大概会有47万人哦。这个量真的是还蛮大的。我不知道，就是说在卫福部里面对于失智人口的这个照顾哈，是不是会把它纳入到长照里面来？然后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照顾方法？让明年就。明年就106年，就考虑把失智症放进来，失智的病人放进来。失智症会放进来，对，因为我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失智的人口，真的家庭里面，因为他身体可能状况还好，吃喝拉撒睡都还好，但是他就是会乱跑哈。还有就是说，也不是说只有那个弱势人口才会失智哈，很多的那个就是像雷根啊等等啊这样子的，他们也会有失智哈、哦，所以我们就是说像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力长照的人力是不是有往这个失智的照顾这个系统里面来规范哈、哦？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些的讨论呢，因为
其实很多人家里如果没有这个经验的话，也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照顾的方法。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说未来我们卫福部呢可以把一些的失智者，因为有些失智者他还没有完全的完全失智，但他已经感受到那个的痛苦哈，还有就是说他们的一些的家属能够请他们来参与到一些的会议，可以吗？那这个除了培训之外，那另外也要加强民众的这个认知啦齁，那是这种早期的症状，说不定有些一般的医师也要加强，那这样可以refer到这个比较专门的医师去加强早期。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预防重于治疗啦，可是这个预防的部分说真的我们一般的民众大概看到有一些就是好像表现还不错的人，但是后来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齁，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就是说在这个预防上面是我们是不是有确实的一些的方法齁，能够让大家都能够预防齁。那另外就是说在这个WHO 里面也有提到对健康的一个观念哦，就是说我们其实要有心理的健康才可能会有真正的健康啦齁，所以我想说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不知道就是在今年的这个WHA 的这个会议里面呢，它是不是有一些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就是说去取经带回来，然后让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台湾可以有一些的精进的作为。可不可以请盛市长，他也参加这个 WHA 的这个相关的会议哈？好，谢谢，简短好吗？谢谢。跟委员报告，这次 WHA 里面并没有针对健康促进的部分放作一个主要的讨论内容，是，所以并没有这个主题，是不是？心理健康没有这个主题，是。好好好，那这样我就先不为难你哦。那我想说，我再想一下下面的，就是说，其实大家都一直在讨论的非常重要的，就是说那个我们有那个五大皆空这个部分哦，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急诊科哈，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医生呢都不太够哈。那估计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我们的政府的国卫院的估计呢，大概是缺5000人哈。这个五千人呢，其实我们在早期呢也看到，就是说在2012年的时候呢，卫福部已经有过一些的这个讨论，就是说要怎么做怎么做哈。所以这边我们也洋洋洒洒的把这个部分列出来哦。那其实我个人是会比较特别担心的是这个急诊室涌塞的这个部分哈，因为呢我们或者说有些问题就是碰到了就要去解决，但是说真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解决方向哈，到底是不是已经开始做一些的准备？因为这个看起来是101年就已经开始了嘛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急诊室的涌塞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已经得到了一些的舒缓？那我现在看到了就是我们的一些的这个统计的资料呢，其实我们现在进入到这个急诊室里面就是没有办法在6个小时就开始做一些的处理然后那个加护病房啊，然后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健康风险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卫福部的现在的状况里面有没有一些的对策出来啊。这个事实上这几年也有一点改善，不过我们的急诊涌塞大部分就集中在几家的医学中心了哈。那目前呢是有这个重度级的急救责任医院的这评定，所以这个部分的改善。那健保方面，它也有这个对急诊它有网络，那这个部分也是有一点改善。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希望各医院的院长，当然院长自己下来的话，大部分也会比较真的直接的改善。那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民众呢，这个轻病呢也不要利用我们的急诊，那大家一起来努力。对，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就发现，在102年我们卫福部自己的网站上面说都已经改善了哈，可是呢到103年、104年，现在到105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都还在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哈。所以我在想说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希望在卫福部这边呢能够把逐年改善的这个绩效，甚至在105年可能还会有一些的精进的一些的作为，希望能够把它揭露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是说我们会有什么方法，包括刚刚有讲到是说我们的一些分流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落实转诊这个东西所以我其实希望在卫福部这个部分能够再加强一下。谢谢。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医生刚刚我提到就五大皆空可是我们就看到了在大陆那边呢，我们有些
医院哈，他就跑到大陆那边去设点了哈。那就是说，希望能够提供那个大陆的人民和我们这边的这个台湾的人民呢，有同样的这个医疗水平。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医生如果都不够，都有医生荒的话，我们怎么还去想要顾及到大陆那边去帮他们看诊呢？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种现象。那我不知道，就是说，署长你在部长你在这个部分的一些的看法。这个到大陆去，目前我都是医管，所以医院管理为主了。真正医师去的，你刚开始有一些，现在看起来也不多，因为其实大陆对他的这个医师呢，他有分级，你要去考试，所以我们要达到他的主任级、教授级，那很困难，所以他的给付完全不一样。如果中国哪一天他把这个政策一修，现在他是没有执行。如果哪一天执行，我们去的医生，你要连开刀都很困难。所以其实这是其实医生去的，而且水土不合，他医疗纠纷比我们更严重等等。其实是不太医生不严重，但是医管很多了。哦，所以在管理医院管理上面是有的这样子的一些经验可以输出，但是呢，可能我们在这个医生的部分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尽量的控管，让他们留在我们台湾，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台湾的这个医疗没有办法好好的被照顾哈，可能我们大家就会觉得很头痛哈。那接下来就是有关于我们讲到这个日本辐射食品的这个部分哈，因为这个部分呢，我们其实也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加强我们的这个检验哈，而且包括我们的边境的一个把关哦，因为我们现在当然就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产品呢，只要是进口的都是我们卫生福利部在那边做管理嘛哈，那所以呢这个的检验把关当然是还是要靠这个卫福部啦哈，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日本的辐射食品哈，他们去登陆我们台湾的话呢，就是要双证明。那目前都已经开始进行这个双证明的落实了吗？报告委员，我们的双证明对于日本的四十二县可以进来的食品都已经落实了。哦，四十二县都已经有了。对，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资料的更新哈。我们是希望能够跟国际上面同步，比如说像我们也会看到像香港啊等等，他们的同步很快哈，都揭露出来。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人的那个健康风险当然是最高的啦哈。那我们希望它的标准呢，最好能够有一个赶快一个指标，然后有一个让大家都能够遵循。那我想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部分呢，也会看到过去卫福部这边有提出食安五环嘛，哈，食安五环。但是我们就是说，食安五环呢，基本上它的风险是不是只能靠一个检举哈？我觉得检举其实是有点被动，就是说从这个窝里反啊这样子出来的哈。那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这个风险评估的这个部分，希望能够再赶快的去做，然后让大家有所遵循。是，谢谢委员。在对于我们国内的产品饮食的产品的评估，我们随时都会在做，随时会修正我们的所有的残留量的标准。好，最后我想提出来一个，就是说我们会看到那个不管是说小英总统还有提到，就是说食品安全十倍检查，我不知道十倍检查的这个部分，我们卫生福利部会怎么做，然后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检查验的这个部分呢，能够一下子增加到十倍，是会有一些做法吗？在这个食品查验里头，其实它是有目标的，我们依据这个目标来增加我们的查跟验的数量跟功能。那现在有一些具体的数量出来了吗？在这个里头，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想要做的是跟民间一起合作，来增加这个十倍查验的一个量。是，好，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能够把这个资料再给我们做一些的就是沟通，好吗？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陈怡明委员进行质询。好，谢谢主席。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部长？哎，谢谢。好，请林部长。还有李次长。好，外交部理事长。对，部长好，辛苦了。我想我们今天其实，针对
上礼拜在日内瓦的WHA 的活动，其实可以做一些检讨，看看是不是有地方可以改进嘛。好，那首先呢，我想针对我们这次去 WHA， 好，那一样就是部长在演讲稿里面是用 Chinese Taipei 嘛，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可以修正的话，回来之后看到大家的反应，哪些地方可以修正会更好？这个我首先要感谢那个陈委员，谢谢，一起跟我们参加，而且给我们最大的 support 了，谢谢。那其实是这样，这次我个人的定调还是一样，就专业务实跟有贡献，所以表现在我的演讲里面。我演讲内容其实非常好的，如果大家注意看的话。是啦，我是感觉做科学的啦，因为咱那款拜 lucky 啊搞的时阵 ，abort 的 key rehearsal 嘛，对不？啊，一款吴英东无人所大使也在那边，我们也在那边，就跟你讲说要从这边上去哦，从那边下来，然后我们也问说能不能，你会不会讲台湾加油嘛，台湾加油嘛，好，好像你有说有会，你说会。我其实有准备两套了，是是准备两套了。是啊，啊，到上尾都无讲诶，啊，无讲就好。我现在无讲吼，我利用这个机会吼，甲陈委员报告一下。其实陈委员我足尊重的学者吼，足好医生。是安尼，其实我的讲稿吼，从刚开始是七分钟，我自己写出来是七分钟，念怎么念还是七分，我就一直说到六分钟。内问大，内问还是很危险，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动作会出来。是啊。到最后我讲完的最后就消音，像去年的情况，最后是出了一点问题，所以我一直在修到四分五十秒才放心的。是啊，我看你想不想把公掉一关，一个医师就是不能够，尤其你也是小儿科医师，哦，不要就是不能因为病人的种族、病人的身份就不去帮他看病嘛，哈。然后最后也提到，就是希望陈峰副申请 WHA 那边要尊重我们 23 million citizens of Chinese Taipei，好像问题的出题家呢。是那可，是这样。我最后要讲的本来是我是指最后是讲到6分38秒了，就是超过太多。那因为主席也不知道特别通融哈，所以让我讲。所以那时候我其实也有点想。可能也不好意思，我本来准备了两套台台语啦。台语哈。你今麦要讲起来无？我和你讲啊。是啊，和你。第一套是会文言文啦。是。第一套是用蒋渭水医师的以前的言论，这个是同胞需团结，团结真有力啦哈。是。这第一套。蒋渭水。是。那第二套哈，本来是要来讲啦，就是讲打拼这样呀哈。是。乡亲加油安尼哈。本来是有啦，但是你时间限制吼，所以到尾啊，怎么讲掉？对，有一点可惜啦，可惜啦，哈，可惜啦。啊，希望明年也是你也当个代表来。明年啊，我不一定会代表啦，哈。啊，但是我是希望明年哈，也当更符合国人的期望啦。是啦，因为来讲 23 million citizens of Chinese Taipei， 如果那个地方 Chinese Taipei 改成台湾。安尼就很完美了哈，或者是 in Taiwan， 或者是 off Taiwan， 看下可能是安尼得较顺利啦哈。啊，不过其实即摆你定来了哈，我是感觉讲，阮作者民众嘛是咧讲的啊。2009年的时阵，阮叶金川叶署长第一摆去，他很兴奋呐，终于可以进去 WHA， 也是 Chinese Taipei 啊。后边迄个就是萧美玲嘛，对不？迄嘛坐伫后边。啊，即摆是一家嘛，哈，拢是小港子这个 corner。啊，为什么会安尼？叶金川伊讲 Chinese Taipei， 哦，都好难咩呢？立法委员叶英金认为这是主权的丧失、流失与退让。立委蔡同荣质疑叶金川的态度是傲慢。所谓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就是等于中国的台北。啊，其实咱是中华台北，中华民国的台北嘛，对不？或者我们说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嘛，啊，其实所以其实拢是 Chinese Taipei， 那就有两样情嘛，这是就是大家感觉讲做遗憾的所在，就是讲为什么换了一个政府就换了一个脑袋，然后好像过去好坚持的理想，好，所以我才会说最近有个周刊的社论讲说，请小英不要辜负台湾，
我们都是乡人为国，我们的中心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很可惜，好，小英这次有可能会辜负了我们，因为明明有个机会嘛，有个机会可以让我们台湾好能够出头，但是没有讲，就很可惜。好，下一张。那我另外还要再提一下这个抗议函，因为从今天的这个不管是刚刚早上的答询，好像这个理事长在给我们的外交部的资料里面都说这个抗议函是循例在做，是这个样子吗？我们部长你是哪一天把抗议函交出去？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好像有几种版本呢。部长是不是可以先告诉我们？OK， 你是哪一天？这一点我其实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对陈委员抱歉呐，今天要跟你抱歉，因为你有提到我会去递抗议函，我其实23号去递了，就到我们开会第一天就去递了，但是我一直无讲啦，我无甲委员讲，真抱歉，因为这其实在前线真的是在作战呐，是，所以我是觉得不能曝光的东西，我就留着能够我讲后摆有找一个机会，一定甲陈委员，抱歉，我无甲你讲个清楚啦，不要紧，我要问一个理事长那为什么你们的大使啊，驻日内瓦的大使那个处长易志成处长，他当初在讲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说 it's confidential， 不能够对外说我们的部长要递抗议函。那他都告诉我说可以一个时间，就是陪我们部长去呀。易大使是这样跟我讲啊，他告诉我，因为我一到之后，礼拜六到，然后就我们都是循正当的、正常的外交途径在走。我带着这封信，国民党团的信，为什么会国民党团有这封信？原因是因为一开始陈冯富珍他是寄给当时的蒋炳煌部长，是给国民党当时执政的蒋炳煌部长，所以国民党团会拟了一封信，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在5月19号党团协商的时候，时代力量提的版本其实我们并不满意，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说要么就是在协商，要么就是各党团提各自的版本，其实民进党也有版本，民进党有版本。我们到了第二天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蔡适应蔡委员他也是跟当时在座的30几个媒体朋友也是说民进党是有抗议性的，中英文都有，只是他没有带去而已，所以我们其实是寻一个正常的正当的一个途径请易大使协调什么时机比较好，所以他告诉我的第一个时机就是部长你要去的那个时机。好，然后结果呢，我说，他说，只有那个委员你带抗议信去的话，对其他3个党的委员不好意思，因为其他3个委员的信有的有带，有的没带，所以后来就说好，那没关系，那我就再拜托他说好，那我的信交给你。所以在第二天中午，李大使的那个也是在易大使代表李大为大使的那个午宴的时候，我想那个场子那个我们部长都在嘛，我就把信交给他，他还把信拿出来，他说可不可以影印，看起来他是要寄回来台北。我说这个信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得到，我们在出国前0519都已经有开过记者招待会，显然他一点概念都没有。我说好啊，你要印拿去印吧，就让你印。印完之后他信没有交，他没有帮我交信，他一直到我回来了之后写 email 给他，他才回。好，下一张。那我要讲的是，其实大家是乡人为国，也是去做国会外交了。我们其实在礼拜一跟礼拜三的晚上都分别跟沃邦的国会议员，也是市长蒙特楼的市长，另外呢还有跟这个日内瓦邦的2位议员晚宴。晚宴是干什么？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成立台湾瑞士国会议员友好协会。好，所以现在其实沃邦的议员他已经答应，而且他7月11号到13号他要来台湾参加新北市的青少年的世界运动会，他会亲自来参加我们这个友好协会的成立大会，另外的这个宴会。所以你看到我们3个党其实蔡适应委员民进党委员我是尊重他，因为他是大党所以我年纪比他大，但是他是
担任我们的这个访问团的主席。另外，你可以看到说陈义杰陈委员也在，可是，请问 Freddy 在哪里呀？我们去开会的五天里面，前后有三个拜会，四个参会 ，Freddy 只有参加了外交酒会，其他的他都没有出席，一场也没有出席，都没来。我们甚至去跟赖信元驻 WTO 的常驻大使，我们跟他聚餐，跟他讨论美猪要含美猪这个含瘦肉精的美猪这个输入的这个贸易的问题 ，Freddy 也不在，他说他去苏黎世，我不知道他去苏黎世干什么。请问李次长 ，Freddy 去苏黎世，我们林场组你可能不知道他叫英文叫 Freddy 了哈，英文名字，他去苏黎世是你们安排的吗？不是啊，是他自己安排的，是他自己安排的。是，那他带着的那个助理是自由时报的一个采访组的主任，你们知道吗？我们事先不知道。我想那个这有关这一点哈、哦，那个林委员在早上都已经做说明了。他说明的不够清楚哦。他说这位自由时报的采访组主任是辞职然后再去，可是为什么他跟我交换了名片？我不是要不要，其实是因为第一天的欢迎晚宴他就给我这张名片，他没有林场佐委员办公室的名片，他用的是自由时报报团采访组召集人赖玉生，他用这张名片跟我交换了、哦、而且他是都是走公务门了、哦、到最后甚至我们施亚平驻奥地利的大使还不知道他原来是个记者，还把那个一些东西交给他，交给他转交给我们、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太恰当的。我今天要讲说我们今天是个检讨，我们检讨里面有很多的部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不能够假公济私，而且不应该要有利益输送，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在中汪启辉为了一个二等亲的事情被我们 K 得满头包，我请问一下，难道出访就不能够要求吗？难道当一个委员就可以无限上纲的去用他的权力去做所有违法的事情吗？而且还用公帑去做这些事情，他的助理出入都是搭我们的公务车，置三十几个其他报团媒体记者于不顾，你觉得这样子的是适当的吗？这样子是恰当的吗？所以明年如果有 WHA 的立委的访问团，请问你们在事前规划行前说明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要求一下，至少如果立委要带人去一定要是一等亲吧，结婚的配偶吧，还有呢至少他的助理应该是登记的公费的助理吧，我想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嘛，否则阿猫阿狗随便一个什么暂时辞掉原来的工作进来当一个 temporary 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助理就可以跟着我们的国会的参访团就可以这样子成型，你觉得这个恰当吗？请问 李市长是我们明年会提醒，这样子恰当吗？是不是提醒的问题，是这一次这个行为恰当吗？因为这次林委员已经有说明了，说明了什么？你觉得他这样恰当吗？他是他的助理，他是他的助理，是他那个那你们有媒体的职务已经你们当初在安排行程的时候有看过他的那个助理证吗？我想我们委员跟我们讲的，我们都相信了。哦，你们就相信他了，了解。好，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回到最后一张好吗？放到最后一张。好，我们到WTO 我们去拜访赖信元赖大使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要提醒、哦、就是如果要进口含瘦肉精的美猪不是代表就拿到了要进入 TPP 的门票、哦、所以我想在座的国贸局的、哦、官员请问在哪里，可以举手一下吗？经济部的官员你们注意听了、哦、我们 WTO 的驻常任的这个赖信元赖大使他讲了、哦，不是说进口含瘦肉精的美猪就代表有拿到门票，更不要讲说美国现在两个党的候选人总统候选人都不赞成 TPP。 第三点，如果就算是要进口，请问我们跟他的交换条件在哪里？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提及交换条件，那、啊、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一个 policy 呢？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一个政策呢？好，所以以上我希望呢，就是我们这个次去有一些做的不周到、不圆满的地方，期待能够改进。好，我们下次还能够看到好我们的林部长好明年好去 WHA 的时候有更好的表现。好，以上谢谢。谢谢委员，谢谢啊，陈一鸣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李彦秀委员进行质询。请卫福部部长。好，请林部长。委员好。部长，今天大家整天呢、哦，这个整个委员会这个。火气大家都非常的大哦，但是从几位委员的质询呢，其实也不难去想象到，我认为这整件事情卫福部在这一次去参加完之后，包括刚才陈一鸣委员所提到的几个议题议案，包括其他委员所质询的，可见整个卫福部明年到底哪些事情是要注意要参加的过程当中。哪些事情是这一次应注意而未注意，我觉得都要列一个更完整的检讨报告出来，好、免得明年出去之后代表团又发生相同的状况。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我想这段影片常媒体在播、哦、代表的可是麦台，台湾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参加WHA？一，国际国家身份。唱他的留学生黄海宁认为他麦台，好，这个时间到这边就可以，因为我时间有限，部长。我觉得你今年很幸运哦，类似这样的画面，因为过去你也曾经代理过在卫福部哦，过去没有，过去几乎年年多多少少或多或少请中卖台或闹场的事件都有，你今年好像没有碰到这样的状况，对不对？还好，没有。那你觉得，假使今年这个黄海宁的事件是发生在你这一次是？这一次参加 WHA 的过程当中，你会作何感想？首先，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今年能够继续参加 WHA， 其实要感谢所有前任的 部长跟署长。其实叶署长是第一年参加，2009年，然后那你现在再回过来看这个黄海宁事件，他这样抗议，如果是发生在你身上，你感同身受。对，今年你一样用中华台北名义出去，那。你对于这整件事，我不敢再叫你道歉，因为我想你也不会道歉了哦。那所以你看这个事件，你个人的想法是什么？其实我是觉得哈、哦，这个都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们进步的原动力的。我们台湾那你觉得过去这个画面恰当吗？我不太了解当时的情况了哈。那不过我真的如果在现场有人闹场，然后骂你请中卖台，没有强调中华民国台湾。以我的个性，你觉得现场会不会增加你这一次代表团的顺利？我原则上是不会冲突了。以我的个性，我这一次当然不会冲突啊。叶金川也没有冲突啊，就百般的忍耐掉眼泪啊。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觉得在这一次的代表团的整个过程当中，会不会又可能有很多不确定的变化发生？有没有可能？这一次是这样。我们也其实在不对，我时间没说很多，你简单，我今天很客气的问你、哦、好，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抗议呢都是在 会场外面的、啊、那你这次会场那你现在看七年前这一张这个影片，你会场外面嘛，会场不管在会场内会场外、啊、你觉得今天时空转换，你今天是你是代表带团出去、嗯、哦，那你觉得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你个人会不会觉得非常遗憾？如果发生，我还是会、你会不会非常遗憾？你要回答会还是不会？不，我会当平静的来看待这件事。我真的是，我一再强调吧，你会不会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这个我看那位小姐的，你会不会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部长？因为哈。这个部长、这个、会还是不会？你不要转移，你浪费我的时间。等一下，时间主席不肯还我来，你不要转移话题嘛。就会还是不会回答我就好了嘛。这个我还是真的要感谢叶署长啦，叶谦署长，因为他有他们在前面，我们才今年才能够继续参加嘛。所以他过去百般忍耐，你也觉得非常不容易。所以今天的成果也要感谢过去七年来的努力，对不对？一样用同样的名义参加，是、
对不对？但是过去确实受到很多民间团体的抗议跟陈情。好，部长，当然今天我们后续我们会要求你要做一个检讨报告，在这一次整个参加的过程当中哦。但是部长，我今天早上关注到经济委员会，经济委员会的部门的答询当中，我们农委会的主委说，要等卫福部做好评估报告之后，针对于美猪的事件，未来瘦肉精美猪进口之后，卫福部做好评估报告之后再来谈这件事情。你在部会的开会讨论当中，你知道了吗？现在经济委员会丢给那个经丢给你，农委会主委丢给你哦。好，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我不知道嘞。阿哥，我们怎样？人家把责任推给你哦。我先告诉你哦，我先保护你哦，部长，我先保护你哦。好，我跟现在这部长，你先听我讲完。因为所有的议案在院会处理的时候，苏家前院长都要求经济委员会来主导这个案子。Okay, 是这样。但是在经济委员会的时候，农委会说又要你卫福部做好评估报告之后再来谈，所以责任都还是在你卫福部。你是站在第一线呢、欸。Okay.报告员，一般的这种程序就是经济部要先发动，然后到农委会，等于什么公立啊？然后最后部长他现在讲你啊，我知道，我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一定要照这个顺序来了。所以部长，我跟你讲哈、你回去院会，你回去行政院的院务会议的时候、你还是要跟林权院长好好报告。如果农委会主委要把责任丢给你，最起码也要让你先知道。因为我现在回过头来，经济委员会那个农委会主委说要先等你做好评估报告之后，我们再来决定 要不要进、怎么进、能不能进瘦肉精的美猪。那我现在就回过头来问你，因为他把责任丢给你，我就要问你说，那你评估报告打算怎么做？因为今天早上我听到他是这么说，那我就回过头来问你、对，那你评估报告怎么做？怎么做检查？标准在哪里？这个、你心里有附案了吗？这个附案你是有了，这个不过照顺序还是从经济部农委会照我们这里来。没有哎、欸，但他说要等你做评估报告、欸，所以评估报告是你做嘛，对不对？评估当然是我们做。那你怎么做？顺序要照这样来。没关系，不，那我不管经济委员会要做什么， okay, 经济部要做，农委会要做什么，那是农委会的事情。但是他说评估报告你做，所以我现在问部长，就叫部长您。你评估报告你怎么做？ Okay, 哪一天如果真的需要我们做评估报告？不是哦，包括我们民进党的委员也都说，什么棉分很重要，棉分对国人健康影响也很重要，也要你做个评估报告。我当然觉得瘦肉精对健康的影响很大，棉分对健康的影响也很大，都很重要。所以两件事情我都觉得只要关注替国人把关、okay. 我觉得这不是不分党派，所以卫福委员会是不分党派的委员会，所以我认为你都要做评估报告。那你怎么做评估报告？这个美猪的评估报告、农委会如果真的要做，农委要负责猪动物的部分，我们是负责人的部分、那人的部分要做的第一个我的看法呢，应当要举那个部长农委会负责动物，我们负责人。那瘦肉精对人的影响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吧？对，那这个就是要第一个，我如果我来做的话，要国内外一起来，学者、专家、学者。第二，要做这个药物动力学。第三个要做、敏感族群。第四个要做、风险的沟通，这四方面。部长，你不是现在才在卫福部、在过去几年。你的身影，包括你的很多法案意见，也都在卫福部过。你在卫福部，你也不是新人哦。我认为针对这个议题，到目前为止，因为到底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要不要进口，什么时间进口，我希望它不要发生。但是我相信你心里都应该有一些备案跟准备怎么做。但是我还是希望卫福部的部长，他不应该是有颜色的。你是为国人服务的卫福部部长，你不是为政党服务的卫福部部长。过去在马政府八年任内， 你也曾经待在卫福部过。我希望牛猪分离零检出这件事情，瘦肉精零检出这件事情，站在捍卫国人的健康的立场，我希望你是有一个一致的标准。如果刚才我们大家在讨论临时提案，从源头管理，其实现在很多食安的议题，我们最痛苦的是我们的组织
人力稽查的人力跟我们的设备或许不够，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讲说，我们要给江处长多一点的东西，让他去好好去从源头去把关，因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人力不足、设备不足，所以怎么样来做？我觉得卫福部当一碰到有事情的时候，食药署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如果如何能够从源头管理起，我个人认为是很重要。我今天也不用去火气跟你对答，因为我相信未来大家在卫环社福委员会，特别在把关国人的健康，是不分党派，大家应该是在一致的标准上去努力。但是我在这边，我还是要提醒部长，你过去在马政府8年你待过，我希望牛猪分离，瘦肉精零检出，国人的健康。你即便跟我讲说，吃少一点不会有那么大的灾害，但是如果是你的家人，你明明知道他有毒，你会不会叫他少吃一点？你会不会，部长？这个要看这个风险评估出来的结果。不要管风险评估，如果说这盘菜跟你讲这吃多了不好，你会不会叫你家人少吃一点？不要讲瘦肉精，任何一个食品，如果他说他不是那么健康，你会不会劝你家人少吃一点？会吧。将心比心，会吧？这个真的还是要靠这个部长。部长，你是身为卫福部部长，你讲话要就我的问题来回答，请你永远记得，是要把人民的健康放在第一线。如果你不会叫你家人做的事情，请你也站在第一线替国人把关。这是我今天质询的重点。以上，谢谢。谢谢委员。好，我们谢谢李彦秀委员。接下来我们请林静怡委员，林静怡委员咨询完之后，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谢谢。我想署长今天很辛苦，我这个业务是很明确的，是健保署的业务，好，是不是我麻烦健保署李署长？好，我们请健保署李署长上台。是。署长好，我想大家对你期待很深了哦。健保署，健保业务是目前在国内健保制度实施20年，我们一直有很多想要改革的部分。好，那我也不讳言，目前在临床界，那是听到恁健保署吼，拢会跳起来哦。那其实也提醒新的署长了，好，就是说过去健保署有很大的问题是不跟基层、不跟使用者沟通。好，我相信立鼎确定说，那这些东西 user 的想法， user 也遇到要使用者他遇到的困难，我们一定要面对跟改进，您同不同意？我是觉得就是说，过去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健保署的态度可能都是这个制度面的设计，很少跟医界，不过医界不是只有医师啊，对，医师、护理师、药师、中医师、牙医师，这方面的话就是要多沟通啦，对，所以变成说我就跟我同仁讲说，原来的话那个小英总统说：“谦卑，谦卑，再谦卑。我们健保署的态度就是沟通，沟通，再沟通了。因为一定有沟通才会有共识。”好，谢谢你的态，谢谢你这个肯定。好，这边我要今天要请教您的是这个云端药力的部分。好，云端药力，我在今天的报告也看到，健保署也把它写成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好，那我也相信那个是重大的政策，因为呢，不论是基层的医疗诊所或者是医学中心，其实对于云端药力的实施，其实他们都很焦虑啦。好，那这个焦虑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健保署的很多的资料的释出，以及你们制度上的处理，是造成了在第一线临床执行的人员很大的困扰。好，当然这边提到了，譬如说在我们的健保署这边提到说，用云端药力系统可以查询过去的记录等等。这个部分在民众的宣传，请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跟民众宣传我们做云端药力？就是说你的医疗人员在你就医的时候会给你查你过去3个月的用药，那当时开始也感应通知的。这个理论上就是我同仁说103年开始，是。那当然在业里面在操作的时候，就是说同院的那个云端药力在查，是比较常做。可是现在是跨院也在做，对。但就是说刚刚委员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了解整个一个健保署的业务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个云端药力的部分的话呢，因为的确就是说在我们的，就是刚刚您一直提到一个使用者的部分的话，也有像基层的诊所，他们有时候在这个网络系统并不是那么顺畅，所以当时是您的系统就不顺畅，
对，就是有医师就出现一整天，你们都当机他上不去。对，而且就是脚有问题的时候，他会打电话跟我们各个分区的那个讨论嘛。是，但是问题是说，这个的确是现实，就是他的那个一个硬体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这个大概在今年的七月的时候，我们整个那个硬体的改善就会做得比较好。我知道是今年七月开始，就是今年的去年的第三季开始实施。好，那来我们看下一张。好，去年的时候健保署发了一个这个是今年去年今年发了一个新闻稿，说你们开始做云端药力之后，一年省了104亿的药费。我请问一下，这104亿怎么算出来的？其实我对这个数字来讲的话，它是就是说药费的部分的使用的量，但是真正就是云端药力的话，我是跟我的同仁沟通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说，其实云端药力重要是在以病人为安全为重心啦，也就是说真的一个医师要开药的时候，他知道这个病人曾经吃过什么药，对，这是云端药力的一个好处，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些不必要的一个譬如药物重复开药会减少，好，是不是？所以署长，104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想可能干污好像没有数字没有那么多、哦。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个是用有查云端药力的人哈、哦，跟他没有查云端药力之前去做前后的比较。当然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的政策是很多的综合的效果。您健保署常常出来数字都会算错的，譬如说有一些这个申报不实的个案被你们报起来，他本来的数量不多。啊，你的母数剩不丢去，吼、哦，超多的，每个人都犯人呐、啊，这个也是一样啊。你们算起来104亿讲得很大，我查了一下那一天的新闻，每个新闻都是104亿，都说你们做云端药力省了104亿。好，我们来看你们发生什么事，来下一张。其实，在你2月26日发那个新闻稿的前一个礼拜，你们讲了一个事情，是你们又调降药价，所以健保署就厉害呀、啊，署长你要注意。健保署哈，每次只要做一个政策做完，导致民怨哦，一个礼拜之后就给你讲一个假的东西，好，这做一个假的新闻。这个2月20日讲的是调降了非常多药价，好，降到那个降的药价，我查了一下，根据这上面前十名的降药价，降的趴数有的是降了1%的药价，有的降了甚至6%的药价，引起反弹。吼，第二礼拜来跳回上一张。第二礼拜就跟你讲，我要做云端药力也塞满100亿，好，104亿，好。来，我们看看实际省多少，哈，跳下两张。刚刚跟署长说嘛，哈，这个是第三季的时候开始实施，所以根据健保署自己写出来的资料，开始实施之后，你在医院初步的核酸统计核酸了412万，基层诊所初步核酸了287万。加起来，你一季核酸大概700万呐、啊。好、哦，署长，那简单算，一季核酸700万，四季是多少？2800万啊，104亿对了、欸，哎。健保署不要拿这种假资料出来骗民众啦。那个104亿，它是一个估算，说假，因为跟以前的申报量比起来，因为行为有改变的话，整个的申报量的行为不要讲这种话啦。再加上您刚提的那个药价调查的那个药价差。它是一个综合的效果，是嘛？那所以那104跟不是你的这个云端药力可以省104亿。我再确定一次，云端药力有没有省104亿？有没有？应该理论上是没有了。没有嘛？不要发这种假新闻嘛，好不好？署长注意这里啦，你定拢安内呢。好，再下来云端药力第二个担心的事情，第一个当然是我刚刚说它的效益没有你们健保署讲的那么好，第二个。效益不好的东西，没有你们讲的那么好的东西，在实施过程我们担心什么事情？下一张。那吼，这里在讲诶，署长，我们的云端药力就是医疗人员在开药的时候，我要上去查嘛，对不对？查病人过去3个月的用药嘛，是不是？这个部分要不要经过病人同意？艾伯。我们分两个部分、哦、如果是医院，他事先取得病人同意书，他是可以整个批次下载。事先取得同意书是多少？事先多少？固定几个事先？只要他就医之前拿到病人同意书。就医之前是多久之前？3个月之前？2个月之前？3天之前？我们目前只要他应该这样讲，我们分两种，一种是说取得病人同意书，那我们是事先把这个病人过去的用药历史档案让医院下载回去，跟他自己的院内系统去结合，去做更好的病安全的把关。是，所以您的意思，这种是一种是要病人同意书。您的意思，所以我一个一个来。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这个病人预约挂号了，我知道他三天后会来看病，我可以事先下载他的就医者他的那个拿药记录，是不是？是，但前提要病人要先签署书面同意书。啊，就蒙着嘞啊！这个病人是预约挂号的，我台大这个病人是在南部要上来，我要怎么叫他签同意书？哦，这个医院他们事先都会先跟病人沟通，这个书面资料一定要先有。我就问你嘛，3天后他才要来看诊，我请问一下，我怎么叫他签同意书嘛？我今天要批次下传了，我要怎么叫他签同意书？你告诉我。如果没有事先拿到病人同意书的资料，我们不会让他下载。好，所以他一定他的事先同意书，他那医院他都要留存档案，我们都会去抽查。留存，我在讲留存档那个期限是多久？是我这一次签的同意书，你下次就可以用，还是我现在签的同意书到12月都还可以用？裸固期限，原来第一版的同意书是有6个月的一个同意期，那后面的版本有在做一些调整，基本上就是看病人当初签署同意书的内容哈。同意书，所以说你这样讲，医疗单位的人就是三步，就是要盯一下我这个病人上次签同意书是当时，那对吧？我们的档案都有那些记录在。一个病人，一个医生不多，他那天80个人就好了，一个月看20节门诊就好了，他一个月就1600个，1600个，你要叫他每个月就一直去盯，我到底那些病人签同意书了没？现在可不可以批次下载？这个责任你下到他身上啊？基本上每个医院跟健保局这边、健保署这边对哪些病人有签署同意书，我们都有那个电。我要提醒，我现在问你这么多的意思就是说，你身为一个民众，你不要身为你是一个健保署的官员，我给你问，你是一个民众，你会知道你的医生什么时候要下载你的资料，然后跟你说，哎，不好意思哦，因为我的作业方便，请你三天前来签同意书吗？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吗？你民怨嘛？对，假如是就说通常就说，假如是出诊的话，必然是没有这个资讯嘛。对，那当然是护诊的病人，假如是一直常常在看的话，对，那当然是说医病之间的关系，他就知道你在追踪他的病例哈。是。不过刚刚委员提到是很好，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病人的话，到底这个时间可以让他为，因为他是啊多久不是长期追踪，他可能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啊，这个他的同意书可以真的有效力到多久？对，他的同意书可以效力到多久？我想我们会再检讨，啊，他的跨院你要怎么样确定他的跨院？而且如果他上次跟你签完同意书，中间他去看了某一些疾病，是他不愿意暴露的隐私。啊，你说啊，你半年前你签过了啦，就他3个月前的疾病，他不想让你查到，你没跟他讲哎，因为你同意书已经是认证了耶。这个是一个细节，我们要很留意啦，哈，因为就是注意病人的那个资讯的那个。署长，我建议你们了哈，因为你们其实在资料上都有说，你们要研议这一些，你的收集资料会跟个资法冲突，或者是违反个资法，或者是让医师或病人暴露在资讯揭露的风险里面。甚至这边我们讲的是，你的当事人要同意之外，你事前事后要有适当安全维护措施。这个举证事前事后的安全是在医疗端还是在健保署端？这个安全维护两边都要做。我怎么确定？在那个健保署的部分，比如说，因为我们这些的，像刚刚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确定说医院他有拿到病人的书面同意书，我们才会让他整个档案下载。那，啊，第二个，因为我们整个的资料的传输都是在一个安全的一个网络的通道在进行。你确定？然后我们在医院这边也会去抽查医院。好，我时间到了。好，我们主席站起来了。好，所以我要讲。署长，我就是提醒你，好，这么多疑虑都还没解决，硬要上路，你一定招致民怨。我懂，我懂。而且你们这个制度防君子不防小人啦，当天资料还没上传的病人可以跑5家，嗯，都拿1个月的药，你完全拿他没办法。守法的才会被你们捞到，越是愿意守法的，就越被你们绑得很死，还用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在绑他。好，所以哦，署长，拜托，来最后一张，最后2张。这里到手前一张，对，一直宣导说哦，大家都拿药不吃，民众教育在哪里？你们的民众教育在哪里？民众的责任在哪里？你现在讲的健保法修法里面有讲到，如果是病人他一直要求要用药，可是他自己后来没有好好用药，你们是要设定对民众的规范哎，这个东西都没有，在那边冷扣傻扣的搞 Q， 拜托了，署长。这个案子哈，民怨很大，我懂，麻烦也很大，甚至有法律的风险。嗯，好好规划，看你们怎么样再好好规划，觉得比较 OK 的再上路，不要硬做了，好不好，署长？
谢谢委员。好，这边哦，这些地方的心声，使用者会遇到的困难，嗯、拜托健保署用 user 的心情想想看，你的 user 会有什么问题？嗯、他们跟你做这个回馈，你们要听进去，不要硬，不要嘴硬，甚至不要拿那个假数字出来。好，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署长，谢谢，加油啊！好，谢谢。好，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接下来我们请林淑芬委员进行质询。各位大家午安哦，是不是还是请我们卫福部？好，请卫福部林部长。喂，好，部长是。依据我们监察院的调查意见哦，做出了一个卫福部长期放任医院自行调剂药品，却毫无管理措施，然后将这个调剂药品的风险，转嫁给病患的这个调查意见，你看过这个调查意见吗？报告员，我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那我跟你简单的说明一下哈。卫福这个监察院的调查意见主要是说明，就是说国内医院自行调制药品已行之多年，那卫福部到现在都没有订定相关的规范，导致药厂认为医院已涉及非法制药之余，那事实上呢，我觉得我们也不是站在药厂的角度，我们其实更重要是站在这个调制药品难道不用有任何的行政部门的法律规范吗？对于它的药品的品质难道不用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吗？那究竟目前医院自行调制药品的相关法令和规范是不是周延？那对我们病患的使用该等药品是不是有足够的保障？我在这里强调一次哦，监察院的调查报告是这样子，但是我本人也这样认为，就是说我们不保障这个药厂的利益，但是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一个没有法令和规范之下的医院的自行调制，这两个中间啊，其实最大的我们最想要讲的是说病患的用药安全是最重要的。好，那这个署长，显然署长好像知道这件事情吧。是，报告委员，在医院调制药品呢，其实这些药品都是在药厂没有制造的，或者是国外没有输入的药品，在医院里头才会去做调制。可是调制呢，依据我们优良调剂作业准则，它也是依据医师的处方来做这一方面的调配。但是监察院的调查报告跟你讲的好像不是一致的，所以在监察院的调查的时候，我们也告诉他，在今年呢，我们会做出一个调配药品的一个准则。医院自行调制药品是因为药厂或者是市面上没有贩售这样的东西。可是啊，这样子讲了，你们自己食药署在104年哦，有一份的委托研究报告，就是104年度精进优良药事职业暨国际合作计划里面的医院自行调制药品管理机制的研拟，你们自己委托研究案哦。你们的这个研究计划里面，在去年7月22日召开第二次的专家会议，针对国内最多医疗院所调制药品品项最多的前35种品项里面，你们每一个品项就邀请一位临床专家及一位药剂专家评估结果，然后会诊35个你们自己的会议哦。35个最经常被调制的药品里面呢，专家有评估有18个品项为临床必须且无替代品，且同意药局调制及委托。OK， 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比例大概51.4%，但是有17个品项不建议药局调制，比例高达48.6%，几乎你们最常使用的35个品项里面，有一半是真的需要，有一半是不需要，不建议。其中有6项，为什么它不建议呢？17项有6项里面是有替代品，有1项是调制风险很高，有3项是，有6项是市售品。有7项是替代品，所以事实上是有药的，药厂有药可以有市售的，还有药厂有药可替代的，还有1项是调制风险很高的，有3项是临床证据不足的。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说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们在讲也不是说医院不能，我们在讲的是说医院可以，
但是要有法令和规范把关。而我们今天呢、啊，你们卫福部长期放任医院自行去调制，怠惰的不制定国内医院药局调制药品的管理流程及办法，而且对自行调制的药品毫无稽查的管理措施，没有一级品管，没有二级品管，更不要讲有三级的品管，这个对药品的品质和用药安全影响很大、欸。学长，这个跟你刚刚讲的不一样、欸。是是是，那绝大部分都是药厂没有制造的嘛，哦，然后对于药厂有制造的部分，我们也劝说医院应该用，也有可以替代的，还有替代的也是还有风险很高，他们专家认为根本不能调制的，因为风险很高的。是，所以还有说这个有效性啊，这个临床实验证据不足的。是，所以在去年我们委托一个调查研究之后呢，就是这个、啊，我们今年就依据这的结论呢。做了一些在医院里头调制药品的时候必须遵守的原则，比如说要训练啦，它药品的原料应该如何储存，我们各个医院都有用的，就应该委托药厂做制造。我们在讲的是制度的管理，好，制度的规范，好，那我们在讲的是说这个回归到法律的层次。第一个，我们知道国内的法令是这样子的，对于制造药物，依照药事法是第57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是只能药厂制造。你在母法里面都没有授权给医院，然后你在子法里面你就进行去公告说医院可以调制。我们的意思是说，你法律要修法，然后你要从母法授权给行政部门再去规范，然后你的授权给他们调制的范围，他应该践行的程序，好，自行调制的时候，他的品质怎么如何把关，他的稽查怎么规范，这个都要明定出来。这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所长你是内行人啊，这个是你的专业啊。我们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会牵扯到要害救济的部分，那会牵扯到出事情了怎么办。我问你，自行调制的药品自行调制的药品可以引用药害救济去赔偿吗？如果出事情的话，在药害救济法里头是不行的。那这个显然这些用药人是比较少数的，好，那他的病情是比较特殊的，可是他吃了医院调制出来的药物，如果出事了是不能用药害救济的。那请问他的相关权益谁来给他负责呢？你们没有法律规范，你们授权给医院，医院的药让他吃了出事情了，不能药害救济，这样子不会有点离谱吗？报告委员，我们可能要有一个观念上的厘清哦，就是其实在药厂制造药品，这是大量的制造，而且有标示、有包装、有一些管制规定，这个我们知道，而且使用到绝大部分的多数人。对，那在医院里头呢，有些医师习惯性使用的是非常老旧的时候的一些配方或处方的时候，那我们在医院里头其实做调配是由来有致的，在医院里头对于要你们的调配在做调制的时候，你们的调配是药品优良调剂作业准则原则授权的嘛？对，你们是基于行政法规去授权的，第37条。你们是援引37条里面的子法去授权的，是为了个别的病患所需要而去做调配。对。即便是病患使用量少，好，那你们这一些处方的药剂也认为是医药界认可，然后也行之有年，那你们目前可能发生的个案问题也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要讲调剂的过程，这监察院讲的不是我讲的，还可能包括将制剂或原料药与复型剂混合等复杂程序，甚至不同剂型制剂有不同无菌等级的要求，所以医院所自行调制的成品自有一定风险，所以这个调制药品仍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存在。曾有报道多起因调制失误导致的意外发生，例如
2012年，美国就曾爆发委托调制机构所调制的无菌硬膜外类固醇注射易受污染，导致接受注射的病患感染霉菌性脑膜炎，甚至造成死亡。OK， 这是可以调制的，可是因为它调制过程受污染，因为法律。如果台湾的法律是对于这个没有任何规范，然后行政部门因为没规范，所以没有任何稽查，也没有任何作业环境的规范啊，也没有要求。然后这个病患如果因此脑膜炎注射这个死亡或是重伤重残，他也是不能够饮用药害救济啊，这是这两米循环用了吗？所以我们今天讲说，你们的这个药品优良调剂作业准则从1993年发布到现在，即便。这个来申诉的个案不多，但是我们来讲说啊，这个风险不应该，这种调制的风险不应该由病患自行来承担啦，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我们都已经对药厂制药是这么多的这个严格把关，可是对医院的这个你们授权给他自行去调制的调剂的这些东西，你不能没有任何规范。我今天再讲一次哦，我们不赞成啊，药厂垄断所有的制药，好，它事实上没有市场规模和这个用量少的，它也不想做了。那但是呢，我们授权给医院去制剂，我们也认为有它的需要性，但是要有法规，要有完整的法规系统的规范啊。我们在讲的是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求哈，卫福部应该对于调查，而且你们在做调查更好笑，你们去调查了全部的医院自行调制药品管理机制的研拟，然后去调查19家医学中心、71家区域医院，一共调查90家哦，回复你们调查只有39家，回复率是43%，好。那问卷调查以后才自由回复，他们也根本，我觉得你们连一个调查都做不来，只有90家医院的调查都做不来。这件事情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觉得就是卫福部到底对这些医院和这一件事情，他连叫他填说你们医院到底是怎么进行这个药品调制的相关调查都不愿意回复，更何况你要管理他。可螺丝很松啦，我必须要讲螺丝很松，所以啊，对国内区域级以上自行调制药品的品项及其用法、用量、剂型及用途，以了解自行调制药品这个应用的这个现况哦，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去调查一下。然后呢，在3个月内尽速制定国内药医院的药局哈调制药品管理的流程及办法。并且应该尽速在半年内完成医院调制药品管理的规范草案呢、啊。老实说，我们就是希望你们要好好的管，负起这个责任而已。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陈颖委员进行质询。主席先请农委会。好，我们请农委会。委员好。你好，对，一般官员上来都会先讲，所以我等你一下。不好意思。5月2号的时候，我们在一样的地方，也是卫环委员会的质询呢。我想本席。端了一大盘的山猪凉拌山猪皮，还有一个那个热炒的这个山猪肉到现场。那现场有非常多的单位，本席依稀记得吃的最多的，我想现场有很多人可以作证，吃的最多的就是你们贵单位农委会。对，那一大盘呢，大家都很客气，大概吃一点点，但是呢。因为那个副主委来坐在我后面，那他呢，我看他吃的赞不绝口啊，一直说哦锦侯家，所以呢，他吃的我们用小碗装，他吃了一碗又一碗，一直端到农委会那个坐的那个，那他刚好在那个署长，对不起，那个部长前面那两个位置哈，他们坐在那边一直吃一直吃，那我心里想说哇，那本席要大力来推广这个山猪肉，我们原住民有希望了。
但是呢，我后来接到你们的回函哦，我真的是吓到下巴快要掉下来。原来吃那么多的结局是，来，我来念一下哈、哦，来大家欣赏一下，这是你们的回函，哎，这边有看一下哈、哦，查目前国内商用猪肉品种来源主要为杜洛克、兰瑞斯与约克夏原猪场之畜舍构筑生产与饲料设备一前开商用猪种所设计，为山猪之体型生长周期与现行商用猪种大不同，尚无法套用予以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我在想说，那一天会不会是回这个文的这个承办人员，因为他没有吃到山猪皮、山猪肉，所以他怀恨在心，所以跟我回了这个文，还是说前朝时期的农委会的承办人比副主委还大？今天副主委好，不管说他有没有在职，今天你们农委会的代表到这边到立法院已经承诺本席，然后也是都是你们答应的事情，结果。来这个文吃那么多，还给我回这个文，您刚没拍谁？好，那我想就是说，你们可以随便这样子推翻之前主委、副主委答应的事情吗？那你们这个回文哦，会诊的这个承办单位，是这个农委会的这个畜牧处的家畜生产科有在这里吗？你们说明一下好不好？哈。说明一下嘛，给人家吃那么多，一直说好吃，然后又说不好意思，没办法推广。这个部分跟委员说明一下，因为基本上委员那天就是质询完之后，我们长官也有请我们去问问看这个事情它到底好不好做。那事实上我们有去问了一些养猪的一些业者，那基本上他们给我们答复，大概也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第一个要养山猪，还真的要有点本事啊。因为所以你们是没本事？应该是这样子说，因为基本上我们现在一般的养猪户，他养的猪就是前面刚才委员所讲的那三种猪。那一般来讲，山猪它要驯化，或者是它的整个配种，其实跟我们一般的这三种猪种其实不太一样的。所以事实上要在推广它，事实上，如果是要农民大量去饲养的话，是比较不容易的。那等于说如果，我这边是请你先辅导原住民，我没有先请你辅导农民呢。是，那原住民的部分，如果他有这样子一个生产需求的话，事实上我们有畜产试验所，那这个之前也跟他们有提过。那如果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可以依照农民的一个需求去做一个现场的辅导。你上次有来开会吗？是我有来开会。你有很专心看我的临时提案吗？有。确定哦。是。来。我的临题已经写得很清楚哈，来，在这个牌子还是要拿一下哦。我写原住民的这个山猪肉，我强调了哈，这个我们圈养，平常圈养它的这个环境佳，无毒，价格又很亲民哦。那我建请这个行政院农委会加强推广及辅导原住民培植山猪肉产业，然后建立专有品牌，将本土天然的山猪肉推向国际。那意思就是说，要你们农委会。研究之后，再辅导原住民们如何让我们的这个山猪肉可以量产市场化。那你们却用这个刚刚那个什么畜舍构筑生产和饲料设备不适合原住民山猪，所以没办法把它量化。那我想是这个重点是在于，今天只要是好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去推广。好，那你一下就回这个文，都还没有还没有认真去执行、去观察、去做研究，你就这样子给我回掉了。我想委员的意思，如果没有误解的话，应该是不是说，农委会跟所有的原住民部落这些乡镇啊，应该有一些互动，包括有管理委员想要推动的这个所谓山猪肉的山猪的养殖的问题啊，农委会这边相关的一些可能的资源或是研究机构啊，能够去协助他们。这不就是你们存在的功能吗 ？OK， 啊，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好好协助嘛。那有困难就去解决嘛，不然要你们农委会干嘛？还是原住民的事务，你们就随便，还是根本不用处理？我想我们就把委员的这个样的一个方向哈，我们可以跟这些原住民的部落跟乡镇啊，可以来做一些可能的这些互动，那看怎么来处理。好，谢谢我们副主委哈。那我想这个曹主委上任之后也表示，他希望打造的是一个全民农业，全民农业竞争力。
我想这个全民包含我们原住民，所以好的东西，我想我刚刚好虽然来不及今天处理的一个提案了哈，那我还是这个提案也是要好好的来推广一下我们的本土的山猪肉哈。那刚才感谢国民两党的委员都联署了，好表示大家很支持这个无毒健康的山猪肉。那我不想跟大家在这边喷口水，在那里讨论要美猪要不要开放，这个有瘦肉精的美猪要不要开放进口。我只知道原住民的山猪肉就是天然无毒，就是希望你们好好研究，好好推广。那请问这个副主委，你们多久之内可以提出这个相关计划？委员，我们呢，会后马上回去跟整个跟这个原住民部落各个乡镇啊，我们拿上来发函，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看大家整个怎么来合作，怎么来处理，好不好？那你时间一个月内好不好？好，好，谢谢哈。那请回座，我请教一下卫福部部长哈，本席在主席要不要请部长上台？好，本席在5月16日的时候，也是在卫环委员会哈，针对这个我们原住民族的健康专章消失在2025年的这个卫生福利政策白皮书的部分提过质询。那希望这个卫福部哦，因为考量我们原住民的这个环境、文化习俗，还有资源分配的特殊性，重新来检讨2025卫福部的这个政策白皮书。那你们在5月26日的时候，给本办公室的这个回文当中哈，有说明，这有四个表示哈，就说要你另行规划编写原住民族卫生福利政策白皮书，所以本席要再确认一下哈，我讲就是说我们的健康专章，原住民的专章不见了，那你们回我说要写一个原住民的政策福利政策白皮书。所以我想确认一下，你们现在到底是要写什么？是要用专章的形式，还是要以这个原住民专属的政策白皮书？那你们大概就是说要多久的时间，好，可以完成？好，那个司长回答吗？委员好，那个2025卫生福利政策白皮书哈，因为我们之前有设定一些原则，那所以基本上我们是非常的重视原住民相关的一些健康啦、卫生福利相关的一些措施，所以我们之前设定的原则是不设就是没有分族群别一些。可能我都知道你讲后面的重点，你们结论是什么？我们是一定还是在讨论中？我们已经签封那个部长已经同意，我们礼拜六也有讨论过，那部长也同意要有这样一个白皮书的撰写，就是，所以确定是政策白皮书，不是那个就不是之前我们有问过的垂询过的这个专章，把它提升位阶变成是白皮书，是我们卫生福利白皮书的一个附册。好，就是也是以一个提升它的位阶，是，然后它是，所以我们确认，所以不会以专章的形式出现，是，但是是以政策原住民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政策白皮书来的形式来呈现，是这样哈，以附册的方式行，附册来呈现，部长这个清楚哈，是，好，那因为我不晓得你们这个附册哈，可能你们还是要再多说明一下哈，为什么叫做附册啊，专章这个差别在。跟委员报告提升了多少？跟委员报告基本上，因为像我们的科技相关就有一个科技卫生福利政策白皮书，那个在老人这边有所谓的高龄友善的社会白皮书，那在食药署这边有食品安全的政策白皮书，所以基本上是可以另外形成一份白皮书。好，了解，谢谢。那请问你们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那具体规划的时程是怎么样可以完成？时程的话，我们还需要跟招呼室这边再做进一步的沟通，因为那个原住民这边的执掌是在招呼室。那你们预计大概多久之内，至少多久之内可以完成？你会抓个时间？
跟委员报告，因为之前我们在写那个原住民的政策，我们在写那个健康白皮书，事实上差不多也花了快两年多到三年。那这中间会要开非常多次的这个公听会了，所以我们还要再两年，是不是？我们是依据说希望至少给我们一年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好像有一点过长了，因为你们可以回头去检查一下，回头去看一下。我想在政党，我是说上一次的这个政党轮替之前，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我想有一个这个有关于这个我们原住民的专章，你们从专章的部分去延伸，有很多可以做参考。本席认为应该不需要到一年多的时间啦。不过跟委员报告，因为原住民其实有非常多族啦，那每一族的文化它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召开非常多次的公听会，做这个达到一些的共识，所以希望委员还是给我们比较长的时间。跟委员报告，上我们之前的那一本是从102年2月到105年1月，我们才最后完成这本白皮书。现在你们不是从零开始，我要提醒你们，所以我觉得一年多的时间确实。我想对你们想要仔细，好，我觉得本席表示肯定，但是时间上已经有基础的，好，你们再去做延伸做会诊，我想那个一年多我很难接受。好，那不然就委员给我们一年好不好？嘿，一年。我很难替大家答应呢，我如果答应你们，我回去可能会被我的选民骂。半年好不好？因为半年好不好？不是，因为我们原来规划是要一年半，不过委员真的，如果半年的话，事实上包括我们开公听会这些都还要写成书哎，这一点真的希望你们之前已经开过了。哎，我主席，我只是要一个时间呐，他们一个合理的时间。直接提你的要求好。你委员给我们一年好不好？真的，我觉得这样折中啦，那个半年跟一年的中间好不好？好，就这样。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很有弹性哈，好，谢谢陈英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吴玉琴委员进行咨询。主席，我请那个林部长。好，请林政委部长。委员好。部长好哈。部长，我这边想要提的是有关我们社工人力的问题哈，因为上周是我跟我们社工团体一起召开了拒绝政治口水抹黑社工专业哈，那我们社工操得要死，可是呢却被议员骂说我们只会吃饭拉屎哈，这样的记者会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愤怒哦，因为我们台中市议员哈段议员哈在议会里面质询的时候，用很难听的言语哈侮辱我们社工哈，说我们社工是像死人哈，只会吃饭拉屎，而且都是女性，还歧视女性啊，就其实女性撑起整个社工的一片天哈，可是他竟然也歧视我们弄走囡啊哈，那这社工哈，这个都是非常歧视的一些语言哈，所以本席身为社工师哈，所以我们跟社工的一些伙伴是很难这个容忍这样的一个抹黑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是开了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哈，但是我更关心的其实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背后哈，就是社工人力真的严重不足哈，我们社工真的超得要死哈，整个社会局包括我们社政系统，我知道我们的同仁都是半夜都还在开会哦，都十点多了，他说还可能才要准备下班哈，实在是蛮辛苦的哈。所以我要回来问的是部长哈，我们小英总统也提到哈，强化社会安全网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未来的施政的重点哈，所以在治安、教育、心理健康跟社会工作的这些面向，我们要积极把这些安全网破网补起来哈，而且要让弱势者感受到我们是政府的存在哈，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所以社工这个环节哈，我也很希望我们能够来做一些的检讨。那我知道我们过去包括在身为民间团体的时候，也一直在提倡整个地方社工人力哈，地方政府哦哈，地方政府的社工人力的充实。那所以卫福部也在101年到114年推了一个叫充实地方的社工人力配置跟禁用的计划，编了1490位哈，这14年哈编1490位哈。可是各地方政府报过来的编修只有1049，也就是只有70%，那30%没办法纳编的原因是什么？
哪些县市我知道有五个县市非常严重，那这五个县市的困难在哪里？我不知道部长知不知道这件事，可不可以请理事长来回答？理事长来回答是吧？好，好，委员好，谢谢委员关心我们这个社工的问题。确确实实，这样的一个案子出来，也要感谢哦，所有委员还有民间组织大家过去的努力哦。那这一次，从100年实施到现在105年，那现在如果按照我们这样整个社工人力禁用及配置计划，现在目前如果到105年，我们整个统计下来，大概缺了70个那边的员额。那它的原因是因为，他一个总员额那编进来以后要有正式编制的员额，那现在地方政府有五个县市是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在去年是哪五个县市？彰化、苗栗、新竹县、花莲哈，我说一下，花莲县、苗栗县、彰化县、嘉义市还有新竹县。那我们事实上已经有跟人事行政统处啊下去督访，那去年我们也开会，那今年又有召集会议，希望能够透过外加员额的方式尽量来协助他们。嘿，那目前还在人事行政统处在研商。那可是我另外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边之后人力还是严重的流失，就是说我们那边之后我们有很多的基层的特考哈，6年后高考3年后，其实我们增加的员额在哪里？保护好，以社工的一个保护社工为主轴，可是流动性非常非常的高哈，因为他只要有职缺就往别的地方跑了哈。这个部分有什么措施呢？因为就是没办法留下优秀的或者资深的一个督导。好，我想哦，这个确确实实是一直我们很注意的问题，也发现确实社工的流动哦，因为整个负荷是很重，尤其现在社会问题多，那很多的保护性社工因为 loading 重，确实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流动选择。那所以目前我们做的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去留任他们，从薪资结构，从职等，尤其社工的人身安全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安全的社工，他就不可能去做各种社会福利推动。所以在去年也大院还有整个行政院大家的支持哦，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好，我这边还是要请部长协助了，因为我想这个问题不是只有社工师这边可以来处理，因为它涉及到因为我们整个法规其实编修的非常的多，社会家庭结构也在改变，社会结构人口老化少子女化这些议题都非常的加剧我们对于社工或还有整个社会安全网的一个架构上面，其实很多需要社工的协助哦。那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人事总局好总处这边，还有所谓主计总处这边来协助，包括员额的编制，还有这个相关经费的预算哈。因为我看到的是说，我们竟然要花14年去编1400多位哈，是不是可以加速这个这个时间期程哈？就1490位，能不能加速这个期程？然后在这个员额的增加上面能够加速，因为其实大概8年哈，检讨一下哈，因为这是也是8年前的一个数字了哈，所以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些整个的检视？好，我来努力。好，那另外有关业务核销的部分哈，这个可能我们的卫福部的是不是主会计处哈？会计处这边哈，我们民间团体这边，其实我在上一次也针对社会福利业务跟补助的这个核销事情啊，针对有这个部分也执行过，我们主计总处跟也提出了在审查预算上面有一个主决议了哈，那也希望能够来做调整。可是主计总处是说他们主管的是有做了一些调整跟放宽哈，可是还是会在各所谓的业务单位，也就是我们自己卫福部的一个主计这个单位会自行去调整一些项目哦。那我要跟部长这边来说明的是，我们现在社福团体，尤其长照10年，我关注的我们接下来要推的长照2.0，它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核销非常的繁复哈。那个繁复在哪里？我们每个县市核销的报表哈，有的台北市17种，新北市9种哈，那台中19种，然后云林县17种，嘉义市最少5种哈。所以就是你让核销增加我们员工的留职率离职率哦，真的是太繁琐了。有没有办法简化？尤其这个长照未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工作重点，长照2.0，如果我们要投入更多的经费，我们可不可能在这个部分再做一些简化的流程？尤其在行政部门、社家属，还有我们的照护师，以及我们主计处这边，有没有在内部上面就去讨论一下，我们怎么简化这些表格？
核销的表格，不要让民间苦非常辛苦的在这边整理这十几种表格。我要回答。来，主计总处，主计处是不是会计室？来，谢谢委员对社福的预算核销的关心哈。那事实上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在这个近期的话，因为它涉及到有所谓的地方政府的一些补助，那还有这个审计部的一个职权，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在近期内我们也会邀集相关的这个机关，因为我们这部分已经跟主计总处也报告过了。啊，因为社福机关涉及到县市上它的一些核销，那每个县市核销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希望你们去统整。对，所以我们会做一个整合。那这部分的话，请委员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会去做一些整合。需要多久的时间？因为我们需要因为我们的社福的项目非常多，像社福有我如果讲长照十年好了，就简单 focus 在这边。大概三个月 OK， 三个月 OK， 好，我们是希望你们能够简化，不是说用领据或是经费支出的明细表。对，因为这个可能还涉及到所谓法规松绑的问题啦。那因为现行的法规，它有涉及到最这个所谓的这个团体补助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所谓的支出凭证的处理要点。哦，这个这些东西都是朝简化的方向来走，好不好？是我们是朝这个方向来处理，那看是不是把各县市的把它弄。另外一件事，这个部分要请部长也一起协助，就是我们所谓户籍人这个户籍跟实际居住地不一致的，我们的单位只要他的案主在不同的县市，户籍在不同县市，我就要去那边做核销，所以一个单位可能要对十几个县市去做核销。我们中央投入了这么多的长照服务的钱，为什么不能就在地，就是我居住地在这里，我就在这边核销就好，这没办法解决吗？这搞得人仰马翻的这种核销，是三个月一起把它解决。好，三个月内能够再做一些调整哈。好，另外有一个部分也是对于委托案的部分呐哈，因为今天时间其实非常有限，其实这个可能下一次我再问，真的是太急的哈。我接下来要问的是健保卡的锁卡解卡的问题啊。今天这几天在听到这个讯息哦，我想我再一次来做一些厘清啊，就是说其实不锁卡，这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哈，因为真的是有弱势的朋友，就是因为觉得锁卡的时候他不敢去就医哈。我想健保署这边很清楚的，应该是说4.2万人是有被锁卡，现在要解除这个锁卡，其中可能有21,000的人哈是弱势者。我想弱势者我们一定有责任要去帮助他们，对吧？好，这个部分我过去在公财回馈金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健保署其实来这边拿了不少钱，就是要去帮助一些弱势者的一个部分。那对于剩下的2.1万，这2.1万有钱然后不缴的，到底我们有什么样的明确的措施要来做执行？这个部分呢，叫催缴，继续催缴，如果催缴不成，就是要送行政执行署。也就是说大家不能有侥幸的心态嘛，因为这个讯息一公布的时候，其实很多民众说，那我以后就不要缴了。这个应该是我们不想见到的一个情况，但是我知道我这个政策是希望对于弱势者，我们要让他在就医上面没有恐惧。好，我想这部分应该是我们政府应该要来协助的。好，对于不想缴有能力的，其实应该强制执行， 是不是？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林长佐委员进行咨询。我们请林部长还有外交部次长。好，来请林部长跟外交部次长。委员好。委员好。二位好。那我想我在开场的时候，我先稍微这个回应一下部分委员的关心。那我想这次为了更完善的这个宣传台湾，所以我聘请了一个熟悉英文、法文的专业翻译来当我的这个随行翻译。那他从他的本职请假来当我的随行翻译，过程里面他完全没有为他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担任我的翻译，还有帮忙随行的杂物，当然全部都是我自费处理。那台湾 WHA 代表团共同出席的这个外交酒会，还有 WHA 的开幕大会，还有林部长的演说，我也都全程参与。那至于另外安排的市区参访聚餐行程，在我跟外交部沟通以后，外交部也同意说我不参加这些行程，为了达到更大的为台湾发声的这个力道，
所以在那些时间，我包括前往日内瓦国际记者俱乐部 Press Club 的演讲，还有将近250年历史的德语大报 NZZ、苏黎世新苏黎世报、瑞士最大的国家广播电台 SRF， 还有最重要的这个政治周刊 Vakan Titan， 这些全部加起来，我相信外交部的人员在这边可以统计一下，数以百万计的阅听人口。我想我牺牲那些市区参访，还有这个聚餐的行程，我想应该对外交部来讲，应该不会觉得我愧对我们的人民，还有我们的代表团。那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脸书，可以看到发生的相关报道曝光。那在这边，我想要先请这个外交部跟卫福部二位，我想在选举之前，应该就了解台湾人民对新政府的期待，包括除了在国际之间拼实质的参与，还有专业的参与以外，很重视国际上面的平等、尊严跟主权，应该是吧？所以现在整个稿子没有提到台湾，除了这个 Taiwanese population 以外，受到人民各界的这个压力与批评，你们目前有没有开始做检讨以及未来的改进方法？这个人民的批评呢，就当作我们改进的一个动力。那回来之后，我们呢也计划要成立一个 WHA， 就是世卫的顾问团。是，我想这边哈。当然我有看到新政府现在急着想要辩解跟澄清，但是 我希望外交部跟卫福部把这件事情当成你们的靠山，因为现在不只是时代力量跟执政党民进党，连国民党许多的委员，他们在上周五也有用这个权益问题来这个提一个议案嘛。那里面他们有提到说，这个的批评是说只字不提台湾，严重矮化国家主权。我想这个是很难得，连国民党都支持以台湾为名捍卫主权国格的立场，所以我希望在接着的这一段期间，因为这是台湾民主化之后非常难得的时刻，有这样子一致的认为以台湾为名来捍卫台湾国家主权的这个时刻，所以我希望我要要求卫福部跟外交部应该要 整理一份报告，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过程到回来之后，跨党派的批评，人民的反应。我希望可以整理一份报告，是跨党派的立场，那包括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等这个重要的这个国际语言，那多国的文件，那希望可以提交给本席。那未来，我希望在国际受到打压的时候，应该要以这一份报告为民意的靠山啊。也就是说，这是跨党派的意见。我希望政府要很清楚知道，你们是接受国会监督，是要为人民负责，不是对中国负责。也不能把被国际打压当成一个自然。当别人给我们这个压力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有一份这样的报告，各种语言的版本，让他们知道说，我光是一次没有讲台湾，你看什么嘞？跨党派的批评呢？所以我希望这一个东西哦，未来是成为你们的靠山呐、啊。那请你们可不可以在两个礼拜之内整理这样的报告，包括国民党、时代力量、民进党所有的这个批评的一个完整的整理，成为一个国会给。这个政府的一个批评压力也好，靠山也好，未来只要受到美国给你什么要求，中国给你什么要求，你就是给他说，我决定改跟他去 WHA， 干按你啊，你看台湾的人民是安怎搞完批评。我希望你们可以做这一份，两个礼拜可以吗？可以。那再来，我最后想要提一下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在各位的报告里面有看到说，不只是参加 WHA 当天的会议嘛，接着未来你。这个要组成这个 WHO 的这个团，然后未来希望每年都在参与这个全世界防疫的这一个工作。那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讲国际跟台湾面临到的疫情，不管是伊波拉啦、MERS 啦、兹卡啦、登革热、禽流感，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自外于国际、自外于防疫的。所以说，我们作为观察员，跟作为一个正式的会员国，一定有不一样。不管我们怎么样努力积极啦，一定有不一样。一定有的有一些会不能去开嘛，对吧？你请那个部长，你给他解释一下，大概会有怎么样的差别？WHO 相关的会议，那这个可能年会较怎样？安尼无要紧，刚刚剩三十秒吼。我即摆重点是安那，因为咱刚刚几分钟尔，要叫你说一每一个会议我们参与的权利受损是怎么样吼，可能也讲不清啦。但是我在这边要要求，就是你们应该要整理一个这样的表格。我们参与是当观察员跟当
正式的会员国的权力差别是什么，然后我们因为哪些东西可能会造成怎么样的防疫漏洞，希望可以准备一份这样的报告的比较表给我们，因为我们未来在争取，因为这个是民生经济的问题，我们国人不会希望在防疫上面有漏洞，所以我们要让国人清楚知道说不是正式的会员国原来有这些的差别，那希望你们可以准备给我，谢谢。委员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徐真卫委员进行质询。主席好，麻烦请我们的卫福部，我们部长。好，请林部长。还有我们的外交部。好，外交部次长。委员好。以及我们的这个农委会、经济部。好，上述单位请上台。我们的这个农委会哈，请问农委会，针对我们美猪的进口，我们的曹主委说这个挡也挡不住，您的看法呢？我想我们主委今天在经济委员会有做某个程度上的一个解释哈，那他是说，他很多养猪的朋友哈，所以他捍卫猪农的权利啊。那他只是一个，所以这个我们曹主委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个权责并不在这里，对不对？其实他以一个这个掌管我们农业啊，所有农业最高的机关，其实是应该要捍卫我们的这个养猪户的乡亲，对不对？对，没有错。以及我们所有的农户，是不是这样？对，没有错。好，所以您觉得我们的主委？讲错了，包委员哈，我想主委基本上认为，整个所谓的美猪含莱德多巴胺美猪开放的问题啊，因为 TPP, 所以您看该不该进口，要不要进口？因为现在这个问题还不是到农委会应该要去谈的时候。好，那我们请经济部，谢谢。经济部是是委员，在目前我们遇到的一些跟国际场合或者是双边贸易、多边贸易的一个谈判的会场里面，食品安全一向都是一个议题之一。那过去每一次在包括不同的国家，我们在食安的这个议题上面，都会多少都会谈到。那包括美猪，所以以其中之一，之前在讲这个美猪牛猪分离的时候。这个民进党政府啊，这个都要这个首长还有总统下台。那这一次我们的经济部对于这个议题在提的时候，我们经济部为什么不出来澄清呢？对于美猪要进口的部分，是目前有人这个越俎代庖帮您说话了。我们的目前行政院已经定调，这个是一个由行政院来做跨部会的协商，是包括农委会、经济部、外交部等这个几个单位。那站在保护国人健康安全的一个立场上面呢，这个是由行政院来做最后的决定。好的，好。那外交部，这个您也是要参与这个我们美猪进口的部分，那您的立场？我想美猪这个议题在我们每年的那个 TIFA 会谈里头都有提到，那美方也很了解我们的立场。好，好，谢谢。所以美方不会为难我们就是了，是吧？是这样吗？以我们现在的国际局势，我们的处境会不会？您的评断，我不能代表美方来答这个问题。好的，想要问 AIT 好，那我们的这个掌管我们的国人的所有的健康还有食安啊，我们这个卫福部我们的部长是，这个部分您有什么看法？卫福部的立场就是保障食品安全跟国人的健康。好，所以保障食品的安全和国人的健康，以及。我们这个刚才农委会哦，我们也是说要保障我们的这个食的安全嘛，对不对？我们在农业的政策里面在推地产地销，而且从这个从农地到餐桌，我们的食安是我们农委会和我相信卫福部也是认同和赞成的，是不是这样？那请问一下，我们这一次这个中华台北，好，中华台北，这个我们2009年的中华台北和现在。部长，您参加的中华台北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一次呢，我在回函还有抗议函里面都提到是没有一中框架之下的参与。所以在字面上，我们中华台北都没有不一样嘛？为什么这个时空环境改了，执政党改了，所以我们国治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 通通都不一样了？您的解读都不一样了，部长辛苦了。这个您这个要这个掌管我们的所有国人的健康，还有食安，以及我们现在国安问题、长照、少子化这些的问题，方方面面都很问题都很大。那本席想，在这个花莲啊，这个我们常常都是这个我们的这个绩优生啊，尤其是在防疫、登革热，还有我们的这个流感的部分，尤其是我们长者流感的接种率是最最高的。我们每一年的减重也是名列前茅。我们老人的旗舰版，还有这个远端照护，我们这个陈席我们部长哦，这个我们卫福部要推动了很多的政策，以及去年104年在推动一乡一日照的部分，我们都非常的非常的惜福中央政府给予的资源，让它发扬光大。所以花莲县政府算是非常非常这个绩优的哦。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真的是不想浪费一丝一毫的纳税人的钱，所以我们钱都用在刀口上。现在有几个问题必须要我们卫福部来协助的。第一个偏乡医疗，我们的医师，对，我们的公费医师通常时间到了就走了，是不是可以把公费医师或者固定把医师留在花莲？我们卫生所，花莲是卫生所，没有主任，没有医师，玉里没有医师，还有我们的这个这个看一下哈，我们那个什么疾病防治中心也没有医生，花莲县、台东更严重，如何将医疗的资源常住在花东两县，尤其是我们观光我们的交通这么不便，这个部分请我们卫福部严拟一下。医生真的流动率太高，好，在这里请大力支持。另外是我们对于我们现在这个要做远端医疗部分60个据点的部分，我们这个卫福部现在一年的把它删减，今年才给12万一个。所有的据点今年才12万，我不晓得这12万要做什么。还有这个，另外哦，这个本席再看一下，有关于我们这个外交部啊，现在对于我们国际地位的部分，这个我们现在有168个国家是免签证，您对这个成绩是肯定的吗？当然是肯定。肯定的，所以以目前的局势的话。您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外交局势会是如何走向？我想我们外交就是有几个因素都很重要，一个是国内的共识，一个是国际的支持，另外 还要有一个就是和平的两岸。好，我觉得这几个因素 都很重要。好，谢谢。还有这个我们的农委会副主委哈，刚才本席哦，这个对主计长的这个质询的部分呢、啊，关于这我们花东两县的农特产品的运输啊，我们的成本通常都比外县市还高，尤其是我们农业蔬菜的部分呢、啊，一公斤我们的运费是2.7元，从台中到台北农产运销合作社是0.8元，差了3倍多。所以在这里是不是给予我们花莲县以台东县？好，这个农产的运输的成本给予补助。委员，这个我们回去研究看看好不好？现在是这样子，主计长的意思是，他106年会编列给各权责机关15%的配合款，花东基金是75%由国发会出，15%由权责机关出，10%由地方政府来支出。所以如果106年主计长他要编列我们各权责机关15%的话，那么我们的农政单位就应该要顺水推舟，就来赞成这个农那个成本，对不对？我们运输成本的补助补贴嘛。我来了解看看，再跟委员报告好不好？就这个还要了解吗？对，还要了解一下。好，谢谢。好，在这里这样，另外的部分有那个书面提出书面。好，谢谢主席。谢谢我们谢谢徐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江启臣委员进行质询。
谢谢主席，请主席先邀请部长。好，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我知道你今天很辛苦了哈，但是呢，我先不问 WHA 的事情，我先问一下、哦、跟大家的健保权益有关的。最近卫福部推了一个政策，废除健保锁卡制度，以保障弱势，对不对？是啊，请教一下部长，这一次废除的有多少人？4.2万人。4.2万人哈、啊，这4.2万人，你有查过他们的财税资料吗？4.2万人里面哈、哦，那个有一半是真的是这笔缴不起的，另外一半另外一半呢，事实上是拒缴的，或者蓄意不缴的。那这些蓄意不缴跟拒缴的，你一样帮他缴，是这样吗？蓄意不缴的部分呢，我们是第一个要催缴，第二个就要送行政资源署。那既然他蓄意不缴，为什么要帮他缴？你就继续催缴就好了。继续再催缴，而且要移送要移送嘛？移送。所以其实你的这个政策，这并不是新的政策啊，这过去就在推了嘛。更扩大，几乎就是全面就没有啊。你过去本来我记得我在当新闻局局长的时候，吴敦义院长，他就是第一个出来这个解锁的啊。解除这个锁卡的、啊、那当初就已经定了、啊、就是这一些真的是因为收入低缴不起的，又有看病需求的，那政府帮他解决嘛，不是吗？是，那是民国99年第一次。对啊，所以照理讲剩下的应该都是那一些故意不缴的嘛。没有，那一年一年扩大了到、啊、对啊，一年一年扩大嘛。我的意思是说没有错，你每一年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缴不起的人嘛，对，是真的缴不起哦，不是故意不缴的哦，或者拖延不缴的哦，啊，所以我说我莫名其妙，你这个卫福部发出一个说废除健保锁卡制度以保障弱势，人家糊弄大家，这根本就是旧的政策啊，这哪是什么新的政策？这个重点呢，就是不是用这个锁卡来动的催缴的政这个政策手段呐、啊。哎，那你是用什么？所以你是用什么？署长你，你、欸、部长，你可能刚回来，你也搞不清楚啊。没有，对不对？委员好，我是那个。这个政策应该不是一天两天决定的吧？对，因为事实上是什么时候就决定的？就我们目前来讲，上一次吴敦义院长在就是一些锁卡解卡了以后，哎、因为还有现在还有说4.2万人，对，他还是属于在锁卡的状态。对，那这里面有一些不有一些这些应该是变动的啊。如果照之前的逻辑，就是说。真正缴不起的这些，我们讲说生活比较困苦的，对，政府都会帮忙处理嘛。所以，譬如说缴103年的时候呢，他是就是有工作的时候，可是问题现在是105年，对啊，因为没有缴健保会。那我说这是滚动式的嘛，这种检讨是滚动式的嘛，所以这根不是新的政策嘛。所以我今天要问的就是说，这4.2万人当中，扣掉那一些是真的生活困苦缴不起的，对，其他都是故意不缴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的政策应该是说，你有什么样新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些故意不缴的，这才是你新的政策啊。我想我们重点是在就是说要让就是就医权跟那个催款哦是分开算的啦。哎、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让台湾的民众就是说，你今天这一些故意不缴的、哎，你有查过他的所得资料吗？就是说他缴是，就是说我们那个有那个谁，就是我们他们的财税资料税率是不是都在5%以上？对，缴那种人就是我们就会帮他催款。啊、哦，你帮他催款。对对，嘿。啊、哦，你有没有帮他代缴？没有啊，没有。你帮他催款。对啊。那这个催款也以前都在催啊。对对对。有变吗？没变。有改变？对对。对啊，所以一切都没变，怎么会说这是一个新的政策呢？就是民众可以知道说他，啊，这本来就滚动式的检讨嘛，怎么会变成是感觉是全新的政策，好像是你新政府的德政一样，莫名其妙啊。对不对？这本来就在做的事情嘛，更何况我还担心你们去帮那一些故意不缴的人缴、欸，那些如果真的是收入很高的，他故意不缴，因为他根本不看健保。重点是他看什么？他根本看自费，他根本不看健保。对，那可能很多是看自费。对啊，结果你还去帮他缴，没有帮他缴。我跟你跟委员报告，4.2万里面的2.1万，那个真正是需要帮忙的，而且那是他没有错，不知道。
部长，你不要会搓油。我刚刚讲的意思就是，真正需要帮忙的是滚动式检讨了。你们的责任就是每年要去检讨。这一次也是滚动式检讨，这是2.1万，因为它的财税资料。那既然是滚动式检讨，这本来就是既行的政策，既有的政策根本不是新的。这次是完全脱钩，完全把，因为我们很多这种弱势民众，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寻求资，所以常常发生遗憾的事件。这次是把这些全部都解决而已。啊，为什么之前不解决？所以你们是怠惰失职啊？没有，本来之前该解决，为什么你不解决？为什么现在才要解决呢？啊，这个跟新旧政府有关吗？没有关啊。这本来就是你该做的事情啊！如果这样是你们之前失职啊，没有去查啊，怎么会漏掉这20000多人是没有去处理的？现在才处理的，是不是有人失职，有人怠惰？有没有？有没有？部长也答不出来嘛？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不要随随便便就讲成说，好像啊，这是新政府上来你们才做的德政呢，不是这样呢，是本来就在推动的，是你没有做好呢。对不对，部长？部长，你没做好的事情还很多，我跟你讲。啊、哦，那个美猪的议题，你看，部长，你是小儿科的医生呐、啊，请问一下，这个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等这些东西啊，谁最清楚它的毒性？谁最清楚它对人体有害？是你吗？是我吗？还是小孩子的妈妈？还是那些小学生？还是我们小孩？他们都不知道啦。部长，你做医学研究，你最清楚，卖药的最知道了，药厂。所以举证责任怎么会叫台湾来做呢？美国跟你讲说有没有毒，你们台湾要证明，如果没有科学证据，你就给我吞下去，是什么啊？这叫霸权，这叫霸权。你做一个医生，你要有良知啊。今天这个药。这个就算它是一个添加剂，对人体有没有害？怎么可以叫病人 来自我检测，告诉你答案呢？或者叫使用者、消费者自己来检验，然后告诉你答案？这是厂商啊，制造药的厂商，他应该提出来的科学证据嘛。所以你应该告诉美国人，提这个科学证据给我，你看他敢不敢提？所有卖药都不敢提了。所以你在如果帮他去背书这个，你就是图利厂商，不是吗？你就是图利药商，我可以这么讲。所以部长，你是一个医生，你要医德，你还有道德。你现在就是部长，你要替你的政策背书，你要拿出你的良心。这件事情有没有科学证据，绝对不是台湾的消费者 来提出证明，也不是台湾的政府来提出证明。是厂商，你要卖这个药来放到我们的猪上面的这个厂商，你要提出这个证明才对了。部长，我这样提，我这样讲，你可以接受吧？可以吧？还是你觉得还是应该我们自己来提科学证据？我讲的是很人性的话、欸，我刚刚讲的难道违反人性吗？没有啊，这是一个消费者普遍的心态啊。所以卫生署你要站在这个立场啊，为我们的健康把关，拜托。谢谢委员。好，我们谢谢江启臣委员的咨询。接下来我们请高金素梅委员咨询。谢谢主席，我们有请部长。好，请林部长。部长，你还好吧？我看你脸色苍白了，身体有没有问题？谢谢委员。我觉得好像你今天在立法院里面的质询，比你在 WHO 里面还更辛苦、啊、你那时候还觉得意气风发，我觉得今天你脸色苍白，身体没问题吧？还好，还好。好，部长，我看到你参加 WHO 期间要在日内瓦所召开的记者会，你为了民进党忍辱负重。我觉得真的委屈你了。不过呢，上周你向蔡英文总统报告以后，蔡总统他也力挺你的表现，同时也认为中华台北并没有矮化的问题。部长，我觉得你很棒，继续坚持这样子。我觉得呢，今天你出席 WHO
恰巧就是一个照妖镜啊。我是一个无党籍的立委，我在这边已经五届了。当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我们有多少的部长到那边去？民进党在这个场合说卖台，部长你要很幸运，国民党人都没有战斗力啊，都没说你卖台啊。所以本席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的全体中华民国2300万的人民，睁眼看一下 WHA 是为了要让2300万的人的健康在国际场合发生，所以不要随随便便说卖台这种的话，政党轮替之后马上就是照妖镜。因为这样，所以部长你要不要对前我们的卫生署的代表们跟他说你们辛苦了，你是不是应该这个 我刚才 也已经报告过了，这我们今年能够再继续参加，就是从2009年叶金川前署长到杨志良署长到邱署长部长还有蒋部长大家的努力，所以 我刚才已经报告过。你知道他们在法国被人家追喊卖台，到台湾被人家追喊卖台，我都建议他们赶快去控告啊，建议这几位署长去控告当时卖他骂他卖台的这些人啊，去控告他这个损毁名誉。所以部长您这次去了您知道了吧，是很辛苦对吗？好，那可是我又有一点觉得 confuse， 既然蔡总统力挺你的表现，同时也认为中华台北没有矮化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要递交抗议信到 WHO 呢？为什么？你可以说明一下。递交抗议信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这是一众框架之下我们是反对，第二个呢就是延迟送接到这个邀请函。好，那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下因为你都已经交了嘛哈，那你这个抗议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主要是这两点。能不能拿出来一个影印本让国人看一下？因为你们去的时候呢并没有在立法院也召开一个所谓的秘密会议啊，因为当时哦，时代力量林长佐委员不在了哈，他是最反对黑箱的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今天跟你们去了之后呢他不跟部长你抗议，哎，拜托抗议信赶快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你们不可以黑箱啊，我们已经是叫中华台北了，但是呢这个抗议信总要让我们看一下吧。最力求最讨厌黑箱的林长佐跟着你去，然后呢却不跟你说到底这个抗议信是什么，我真的有一点觉得时空错置。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人物全部都是双面人啊，外面讲一套里面讲一套，面对别人讲一套，面对不是你政党人就讲一套，大家都是精神错乱吗？部长我可不可以很严肃的问你，你这封抗议书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因为你们是黑箱，我可不可以揣测你已经是同意接受一中的框架，有没有这个可能？没有，那这个我因为你在我们并没有看到，所以我就怀疑你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部分请外交部来补充好吗？外交部有人在吗？请您上来说明一下好不好？当时民进党最讨厌黑箱，林长佐因为黑箱抗议黑箱进入到了立法院做我们中华民国的立委，虽然他不承认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们里面的抗议书写的是什么？当你们要出去代表我们写抗议的时候，有没有告诉我们的全国人民抗议书写的是什么？写的什么？请问。我想抗议书的内容刚刚林部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两点。第一个，他问你既然没有他是你，如果今天未来我们看到这个抗议书并不是这样子写的话，你要不要负起政治责任？因为抱歉我有小道消息，你们这个抗议书其实就是承认了一中，所以部长你马上讲我们马上要组成一个所谓 WHO 的常年的，
我觉得真正卖台的是你们哎，不是国民党哎，是不是？你可以回答我吗？你的抗议书是这样子写吗？是承认一中吗？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们抗议的就是一中的框架。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要负起政治责任？我是常务官，但是我愿意负。好，谢谢部长。我以为你。如果是的话，你愿不愿负起政治责任？好，愿意。好，你知道吗？你们独派的台湾医界联盟的林世嘉他也说，讲稿明显是蔡总统授意，对大陆释出善意跟诚意。如果是对大陆释出善意跟诚意的话，我觉得你们的善意都还没有到那个都还没有国民党好哎，国民党至少还在那边说台湾加油啦，你们连台语也不敢讲，台湾加油也不敢讲，气手的是你们哦，不是国民党哦，所以我真的在这边怀疑你们是真的那个抗议信哦，是真的是你们接受，不是那叫不是抗议信，要不然的话，你们既然觉得中华台北没有矮化，为什么还要递交抗议信？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通的，你知道吗，部长？以后我建议你们哈，不要每一次出外讲一个话，回来内销又讲一套话，面对现实吧。台湾不要政党政治的口水。第二个，江启臣委员讲，新政府上台以后，你们很会做文宣哦。刚刚锁卡的问题本来就是既有政策，然后呢，最近对原住民又讲了一个既有政策。陈菊啊，市长啊，眼眶含泪啊，说啊要给原住民土地正义啊，所以呢，他公开做了一个记者会，说。原住民，我陈菊，我是跟你原住民那个还我土地在一起的，所以现在小英上去了，要对原住民的土地释出善意，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土地要还给你们原住民。很抱歉哦，这个土地已经这个所谓的那个原住民的所有权，你只要在上面耕种满五年，就可以取得所有权状。这个已经执行了30年了，内政部。说上去了，要对于原住民的自治猎枪开放。很抱歉，我们不是要自治猎枪开放，我们是要更精准保护猎人的安全的猎枪。十几天的上任，不要这样子搞啦！真正的面对台湾的老百姓，还有美猪的问题，太多太多了。好，谢谢。谢谢文。好，谢谢高金委员的质询呢。我们待会还会再处理一个临时提案，也是要求我们卫福部要公开他跟WHO 递交的抗议函呢。我想把抗议函拿出来，大家就不用各说各话了。可以，欢迎来，请。好，那接下来我们请张立善委员进行质询。谢谢主席哈，我想部长你要先喝口水吗？好，好，来，请部长。委员好，部长。您知道你为什么可以在 WHA 的大会上可以侃侃而谈，很有尊严的讲台湾医疗健保对世界的贡献？你知道为什么你可以站在那边吗？是，第一个就是我们2009开始参加之前，我们很多的民间团体就开始在宣导的工作。那2009开始，我们历任的署长、部长的努力，还有我们朝野的努力，最后还是我们的友好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欧盟给我们的支持。部长哈，我也曾经去参加过 WHA， 我跟高金、树美，我们都是无党团结联盟的。但是那时候呢，去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啊，只有站在门外，
连观察员的身份都没有办法进入，一点都没有尊严，只能在外面喊着抗议抗议，希望能够伸张台湾的主权，希望台湾有机会能够站上 WHA 的这个大会的场合。那是经过多少的人的努力呀、但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马政府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让我们有机会站上那个舞台。所以我非常能够体会叶金川前署长他说，哎，今天坐在这里呀、可以在这里把我们台湾的这个医疗贡献可以在这里侃侃而谈，感到非常爽。但是呢，他所面临到的是如何无情的这个批判，同时历届的这个卫生署的署长呢，现在是卫福委员会的卫福部嘛，但是呢，也同样在这个卫生单位里面奉献。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感同身受叶金川当时的处境，你可不可以 感同身受？是、我刚才提到真的要感谢他们、所以我觉得人还是要饮水思源，吃规矩拜求桃啦。所以这一次啊 WHA 我不晓得你自己给自己打几分，因为呢同样就是中华台北，但是呢不一样的评价，应该是要诉诸公民来评价，而不是自己评价。因为现在的政府啊已经是两套标准了、也就是呢说别人啊、有嘴说别人啦、没有嘴检讨自己啦、所以我想应该啊这个时候从早上到现在大概有很多委员都问你了，但是呢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事实上呢我可以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你对你自己参加 WHA 啊你自己给自己评几分。我的分数要留给全民来评分。你自己应该有一些自信呢、对不对、因为连总统都说你表现没有矮化国格啊，那你自己没有自信吗？你觉得及不及格啊？及格吗？部长留给全民，留给全民去评、是吗？是。好，那部长，我想哈、这个是历史会留下记录的哈、那刚刚高金树梅我们的委员呢哈、他以非常中立的立场，也不是国民党的立场，也不是民进党的立场哈、但是呢，今天呐、我们所行所为都要对所有全民负责。所以你的抗议信有没有矮化国格？因为这个部分呢、我们没有办法非常清楚了解，所以等一下呢要联署啊，我也一定要联署了哈。好，那刚刚有委员问啊，也就是说我们呢、开放瘦肉精的美猪进口，我想部长你是非常专业哦，也就是说你同不同意呀、因为要加入 TPP。那开放瘦肉精美猪进来危害百姓健康，如果以你的专业，你认为瘦肉精对百姓有没有威胁？这个要做我、做那个健康风险评估。这个是哈，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报告哈，这个民进党的公职人员哈，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了，选前说一套，选后就不同调了。以前号称食安专家。也一样举牌啊，瘦肉精零检出，捍卫国人健康。但是现在呢，立场不一样了，就要要求做人体试验，做风险评估。我想请问署长，在1990年的时候啊，也曾经做过了哈，有四个人呐、去参加人体试验。那你知道这个药本来就是给气喘病人吃的嘛？那后来因为没有办法，人体无法接受，所以呢，做了1990年所做的四个人的参与啊，这个实验最后啊，是因为这些人都觉得心里不舒服，因为明明对人体有害，你又拿来给我吃，所以情绪感到非常的惶恐，所以就没有结论了啊、但是呢，到2004年呢，又有六个人参与实验呢、结果也是当中啊，六个人当中
就有人开始觉得，哦，哎，怎么会拿我做试验呢？也就这样半途而废。所以你们现在说要拿出人体试验，刚刚我们的哦江启臣委员也讲了，买方跟卖方哪有人买东西的人啊，要自己去证明说这些东西吃了对我有害，哎，还要拿报告给卖方看吗？这是立场啊不对等。所以呢，应该要要求美国，你既然要卖给我们含有瘦肉精的这个猪肉，你必须要提出证明，证明呢这个啊吃的对人体绝对无害，我们才可以买啦。哦，甚至我要请问部长 ，Codis 这个组织哦所提出来的报告，你仍认同吗？因为基本上是世界通用，但是还是要看各国它的饮食习惯，还有这个各国的国情来做另外的评估。好，那 Codis 哈，我想他不是做什么风险评估了哈，那因为是因为政治力介入了哈，商业团体的力量介入，所以他的表决呀，是用举手表决，哦，69票比67票，差了2票。哦，这当中呢，我想连欧盟、连中国大陆、连俄罗斯都不认同这所谓的 Codis 所定出来的安全标准，所以我们要参照吗？所以部长，以你的专业，我们应该坚守专业的立场，不应该啊这个随之起舞。我们要捍卫所有全国百姓的健康，一定还是要坚持啊瘦肉精零检出。你能够坚持吗？这个目前就是零检出啊，目前是零检出啊，未来要零检出啊。未来就是要这个部分，如果要看以后的那个健康风险评估。今天早上哈，我们农委会主委告诉我说，他在4月份讲的话哈，那是啊，他个人哈，农委会没有办法抵挡，但是呢哈，要请教卫福部啊。哎，卫福部如何做？哦，我说那你农委会先把这个莱克多巴胺先解禁，你说它有毒物质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把责任推给卫福部呢？那卫福部你要坚持什么立场？我想部长哈，既然要当部长，还是要负责任呐，政治责任跟保证所有全民的安全的责任，你可以吗？可以吗？卫福部一向都是以国人健康为第一要务。好，那以国人健康为主，你要记得哈，谢谢。谢谢委员。好，我们谢谢张立山委员的质询。接下来我们请黄昭顺委员进行质询。那个主席，我想请部长哈。好，请林部长。那在我质询以前，我想把一段影片让部长先看一下。我先让部长看过以后，部长能够有什么样的想法？2009年，这是我国第一次以观察员的身份进入 WHA。当时的署长是叶金川。仔细看他桌上的牌子，没错 ，Chinese Taipei。同样一张牌子，时空错置，来到国民党执政时期，当时代表的可是卖台。台湾是以什么样姿态参加 WHA？ 呛他的留学生黄海宁认为他卖台，当时这一呛让他声名大噪，后来还跑到苏家全办公室当发言人。叶金川当时还被呛哭了。啊，你无够爱台湾，啥物人都爱台湾呐、啊？哭也没用，用了 Chinese Taipei 就是卖台。派这种没有常识的人去到 WHA， 不用拍桌子、啊，我快哦。下西下井，真是丢脸丢到家了。卖台不肯承认，还说很爽。我们当然要讲到你知道。这种言行比过去杀祖纲、辱骂台湾人民，谁理你呀、啊？更加的恶的。那这一次的我们的卫生署长去，他不是一个政府的代表，我们可以看他的名牌上面的这个处理哈。在大家的努力之下，不仅顺利成行，称谓上。也没有被矮化。叶金川卖台，但是林奏言却没有。有趣的是，虽然叶金川的名牌写的是，你看到的这个影片之后，我想请问你有什么感想？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如果重新来过，你愿不愿意在那个会上用台语说“台湾加油，台湾加油”？啊，第一个，我们今年还能够参加这个。部
长，你不用再给我扯，因为所有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对，我就要感谢那个历任的署长跟部长。现在不是只有感谢的问题哦，现在我们整个的状况差很大，不但是差很大，而且是大倒退。引用刚才那个管碧玲委员的讲话，我们一定要讲到，让你知道我们真的是差很大。没台湾加油这四字，真正是差到天和地。部长，你同意我的讲话？如果重新来过，你愿意吗？你会重新来过吗？我有准备两句话嘛，第一个就是是蒋渭水先生的话，同胞需团结，团结真有力哈。这第二就是啊、这句话我们以前怎么讲也都没有用，还是要让你知道说你有没有讲台湾加油，要不要讲？第二个就是大爱拼才会赢啊，勇气什么？勇气。陈伟，你说什么？爱表在，啊，他讲这句话哦 ，OK， 好，因为我不在，所以我搞不清楚。你要讲爱表在啊，你不爱讲台湾加油的对啊？我是讲爱表在啊，乡亲加油啦，乡亲加油，参台湾加油，佮无相像哦。乡亲加油，你伫咱这个所在讲乡亲加油，我同意哦。到国外去不讲台湾加油的无相像哦。我们从叶金川。一直到蒋炳煌，你当时还是蒋炳煌部长的次长，他们都很大声的不断的讲台湾加油，台湾加油。你今天这句话还是讲不出来吗？我给你时间，请你在这里讲。你怎么讲？讲台湾加油啊！台湾加油，台湾对，我当然敢讲啊。那么你大声讲嘛？如果重新来过，你愿意在那个场合讲台湾加油？你不用在这里跟我讲那么多，你的功能够台湾加油。你头壳会疼。那你去参加吼，真正要咱以好，我给你一份国家最高的利益为原则啦。叶金川也是这样讲啊，蒋炳煌也是这样讲啊，管碧玲说一定要讲到你讲啊。那我现在给你十秒钟，让你讲台湾加油，用台语讲。你讲啊！我要讲台语加油，无问题啊！台湾加油，不是台语加油。啊，台湾加油。但你讲啊！即马要，即马叫我，即马当然爱讲咯。即马讲。即马讲啊！即马讲，哦，台湾加油。两拜。两拜。蒋炳煌讲两拜。不啦，弟弟话我一定讲十遍嘛，无问题啦，欸我就讲袂出嘴嘛，我看你的 TT 图，我想吼，徛踮遮，咱真正真难过，因为过去一直到即马，咱伫2758这个联合国这个物件，这个公文内底，啊，我们在那里不敢讲，我觉得让我们很受伤，让我们非常的受伤，而且对叶金川、对蒋炳煌来讲也非常的不公平。那最近就是你上任以后，我其实蛮同情你。大概有三件事嘛，一个就是 WHA 嘛，另外一个就瘦肉精嘛，再来一个就是日本核灾食品的逐步要开放嘛。我请问部长，你当时也是蒋炳煌部长的次长，我们都坚定8年哦，瘦肉精一定是零检出嘛，对不对？然后包括福岛核灾的食品。我们坚定的不让他进来，完全站在台湾人民的健康来讲。请问部长，你还会跟以前一样坚定这样的立场吗？这个目前我们的日本辐射的食品呢，还是双的证明，一定目前都不会改，一定不会改。目前都新闻都被下的掉，目前都不改，而且。今天不做有在提哦，你要报警哦，你等下给大家报警哦。目前真的都没有改，而且我520上任其实就出国了嘛哈，我回来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讨论过一次要进口的问题。不会跳过你这一关吧？你保证不会跳你这一关吧？我现在看的是，他们已经讲好了，包括我今天在经济委员会的时候，那个农委会的主委。都说讲的差不多了哦，真的你是不是被跳过去了？
你回去，我请你回去要了解，希望你一定要坚守这个立场，那是你以前在卫福部的立场。好，这是第一个，瘦肉精零检出，你要坚持吗？没有加额，那个主席今天没有加额，今天怎么三秒钟就结束了？来，瘦肉精零检出，你会坚持吗？目前就是瘦肉精零检出啊，目前都还是一样。你也不会做任何的退缩。那个就要看你以后如果有新的这个市政新的科学证据来看结果。除非有新的报告出来，所以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是会跟你当时在，就算哈、哦、新的政府林前政府说，啊，你若不让他们通过，你会当辞官以明志吗？现在呢，咱就一定要来看这个新的证据，而且来做国际性的这种健康风险评估。如果哪来高官家了，因为基本上这些东西的经济部嘛，经济部落来这是靠农委会呢，这落来这个官家啊，所以这爱跨部会来。经济部讲你这负大责任。啊！你即马讲叫我去问经济部，本来都经济部是上头前，所以你互相提这个，不，这不这都完全无提啦，这本来就是安尼。好，我希望你们就是本席在这里具体的要求部长，你一定要坚定像当时的立场。那个时候去谈判的时候，你有参加吗？对不对？没有，你没有参加，但是你坚定瘦肉精零检出嘛？对不对？当时就一直零检，到现在还是零检，还是零检出哈，不会明天不。我们要讲新规的环境，那无新的证据出来、啊。我希望部长能够坚定哈，因为我时间到了，我就那你变这六分钟啊。好，接下来我们请吴志扬委员不在，王荣章委员不在。卢秀燕委员不在，赖世宝委员不在，曾明忠委员不在，李坤泽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不在，王惠美委员不在，赖瑞龙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不在，刘兆豪委员不在，陈怡杰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不在，苏正清委员不在，柯志恩委员不在，蔡义宇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不在，许玉仁委员不在，陈超明委员不在，陈雪生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不在，林立禅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费宏泰委员不在，许淑华委员不在，严宽恒委员不在。好，我们今天所有登记质询的委员发言到这边。那我们刚刚还有一个临时提案还没有处理。那刚刚这个卫福部说，过去循惯例，我们没有公开所谓的抗议信函。那过去惯例的事实资料是不是现在提供给大家？而且口头报告说明一下。本席要求的是委员会具体提出要求，然后你们也正式回函给委员会说你们不可以提供的哈。我们现有的已经提供给主席，是103年五月五号，管碧玲委员有向卫福部。这个是卫环委员会吗？他是个人的来函，还是我说卫环委员会的提案？没有卫环委员，但是有个别委员向索取。那你怎么说有惯例呢？哪来的惯例？我们跟主席报告的是今天是卫环委员会提出来的提案哦，要求你们要公开这样的信函哦。现在的提案在这里，现在在讨论好吗？临提的第二案，议事人员都没有发吗？今天早上在讨论的时候就在后面，麻烦各位委员自己看清楚好不好？委员开会的时候要认真仔细看哈。这个案子是，这个案子，
这个早就发给大家了，早就发给大家了。民进委员，麻烦把提案内容看清楚好吗？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啊，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啊。今天早上他说有惯例，有惯例，委员会并没有这样的惯例，对不对？不，主席，我早上是说以往巡理，你用管碧委员个人的现场跟委员会来比啊。委员会这边在讨论是委员会的提案，你怎么可以用个别委员的信函这么多？不过还是跟委员。跟主席报告，我们没有办法提供这一个抗议函。你的依据是什么？法律的依据跟理由是什么？请出示。我们请是不是请外交部的同仁帮忙补充？依据哪一条法？依据哪一条法不可以跟国会公开你的信函的内容？我们不是讲求开放透明的政府吗？而且你的抗议信函都已经递送出去过了。为什么这不是在事前要你公开哦？现在是事后哦。我们现在正在讨论这个提案，如果其他委员有意见，就麻烦举手，我会请你上台发言。好，外交部请说，你依据哪一个法令？依据哪一个法令不得公开？哪一个法？我们这边是立法院，你要告诉我是依据哪一个法令不得公开？我们是依据惯例，因为在外交上来讲的话，哪一个惯例？我刚刚讲卫环委员会出来没这个惯例啊？哪一个惯例、啊？没有惯例是在。在我们在 WHO 那边的惯例，我们跟他们有默契，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公开这样。哪一个东西不公开？就是抗议函，我们多年来的抗议函都没有公开。多年来，我要你们找出来啊！从2009年到现在，哪边的抗议函是不得公开啊？你们递过几次啊？你把那个抗议函拿给我们嘛。而且过去有没有委员会提出来要求你们公开？你们正式回函说不公开。今天是卫环委员会，现在有委员提出提案。要求你们公开，你跟我说有惯例，那你回去找过去在委员会里面有委员提出来，然后你们说不得公开，是哪个惯例啊？现在问不出来啊。2009年到现在，你告诉我是哪一个惯例，举出来。其实抗议最重要的是，因为在那时候有所谓的 WHO 与中国有所谓的 MOU， 所以其实从民国100年开始。每一年都有提出来吗？都有提。那把那个信函提出来。不过因为那个抗议函，我已经早上请你们提了，到现在还拿不出来。不过那个抗议函，我们遵守的原则，以往包括了管碧玲委员是其中一位来要那个抗议函的委员，有非常多的委员，但是我们基于这个跟 WHO 有一个这个互信，我们可以用口头来描述那个抗议函的内容。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为真啊？你说你的、啊。刚刚也有高金委员，他就质疑你啊！你这个东西你不公开，我怎么知道你到底里面写了什么？是陈情函还是抗议函？是不是你所讲的重点跟内容？如果是如你所讲的，你都口头讲了，为什么信函不能公开？今天不是说你还没有开会之前，你递了这个信，可能会妨碍什么样外交上的关系？事情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是在事后检讨。你如果说有，那就公开啊！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一个开放的政府，资料要开放透明。而且过去的民进党委员你在说什么事情不要有黑箱，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隐瞒的？就是一个抗议函，我们国民党都可以大大大提供给大家看呢、啊。为什么我们政府现在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提出来？来，陈一鸣委员，请上台发言。陈委员现在在发言呢、啊。好，主席，我想这个很重要哈，因为我想这个卫福部的、您是国际合作处是不是？好，那教育那个外交部这边，所以你们两位，请问一下是谁在负责做这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抗议函呢、啊？处理的原则是谁在负责？其实。中华民国所有的部会的国际组织参与都遵循外交部所订定的国际组织参与原则。那就请外交部。那抗议函本身这个事实上不是专业的内容，所以我们也会请外交部协助我们来做抗议函的拟定。那是不是可以请外交部来回复一下？所谓的你说惯例的话，跟 WHO 的惯例是写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事论事嘛，就外交部的这个处理的层次来讲。
你们是在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委员同意，我请我们国主司的司长徐司长，因为他比较了解那个内涵。可以，可以，我先说明好吗？我先说一下，可以吗？是是是，对不对？我还没讲完嘛。是是，我这今天的状况其实是不太一样了哈，因为你们来报告的时候，哦，你们的报告的那个给我们的那个资料写说都是循惯例，你写说循惯例递交抗议信，可是本席还有我们整个党团，哦，不能接受的地方就是在于是说这一次，哦，Margaret Chan，哦，就陈冯富珍秘书长他写来的邀请信上面是有提了一个2758的一个 One China Policy 嘛，写在这个地方嘛，那你现在去年的邀请信没有这个东西啊，那你们今天说是循惯例，那你抗议信内容跟去年的抗议信内容应该要有不一样的地方吧，更不要讲说刚刚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委员也提到说他的消息来源说你们的抗议信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地方是有争议的嘛，就是他说是你们承认一中嘛，那这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更不要讲说我们刚刚的卫福部的部长也说他如果是这样子他愿意负起政治责任嘛，所以在这种氛围下面你们还不愿意提供抗议信，我真的不晓得你们是不是爱台湾呢，或者你们是不是支持新政府，哎，你们这个态度非常奇怪哦，什么东西都是循惯例，这个惯例很好用，但是惯例我想可能大家不能接受吧，因为事情是这么的动态，这么的 dynamic， 怎么可能什么事情都是循惯例呢？那如果这样子，为什么我们要这个新政府干嘛？把那个惯例拿出来，就是说依据哪一个法条、哪一个法令、哪一个行政的规则、外交部的哪一点明确的、明文的写说这样的信函不得对外公开，不能对外公开，你必须提出啊！今天这边是立法院哦，本席还没讲完，等一下，这个部分，本席要求外交部次长你在这边，我现在还在讨论事情，这个部分你是不是应该要指出来？是依据什么样的法令、行政命令，哪一个你白纸黑字的原则文书，你提出来。你，我现在等你，你外交部去拿。你依据哪一个部分？现在先休息，我们请这个外交部。在这里设有个人，这个是记者吗？处理一下吧。这是我的助理，这是助理。现在休息，我们请外交部赶快去拿资料。现在休息，外交部赶快去拿资料。你是根据哪一个文书？现在休息。没有休息，我们刚刚已经提案了，你都不去拿。现在去拿，我们处理提案好吗？哎，主席怎么可以这样？我们提出提案，停止讨论，记名投票好吗？说明一下。你现在赶快去拿。现在赶快去拿。我们刚刚提案了。我现在休息，要求他们拿出来，不用探讨清楚吗？你们是要放水啊？现在还讨论中，你们在做什么？问题我们已经提出要停止讨论，要记名投票了。去拿资料，我们已经提给议事处了。什么样的原则？去拿出来。外交部是依据什么样的文书？你现在出示给我看，出示给我们看。主席，请处理这个陌生人好不好？这个陌生人是谁？怎么决定拍人家呢？他是国会助理啊，他不会助理拍你们，不要拍我们啊。是谁的助理？不答应让他拍都可以吧？这个是谁的助理？请主席助理吧。这个陌生人啊，休息时间啊。谁的助理？哪个助理拍人的？休息时间啊，主席啊，可以容许你的助理乱拍人家？不能这样。请助理吧，请拍就请。国外怎么样？我们不认识啊。那你们认我就好了，拍我干什么？对啊对啊。莫名其妙。拍下面就出一票吧。什么态度？可以拍给我委员这样子拍的？高级主任怎么拍的？请删掉吧。这是什么处理方式？下面请删掉，上面请删掉。我为什么要让你这样拍？你告诉我。对啊，下面请删掉。凭什么这样拍我？你告诉我。对啊，是侵害别人的隐私权嘛？那请删掉了。你凭什么这样子高高拍着我？你告诉我。请删掉，请删掉，请要删掉。删掉，刚刚一声人，请你删掉，请你删掉。他是招委的助理。招委是助理的话，你拍你们的招委，你拍我干什么？陌生人啊，我不认识啊。我凭什么让你拍？你告诉我啊！删掉，请删掉。我坐在这边就给大人拍吗？
你讲清楚。不然就跟老肖说吧，他可以拍你，我没有意见。他就帮你删掉就好了。我不舒服嘛，那就让我先帮你删掉。不，各位委员，陈委员，陈委员，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请秘书处主任你解释一下，说明一下吧？不，你一定要说明一下嘛。现在有委员认为这个有争议啊，有争议的有争议，你要处理嘛。不，依照议事规则，你就处理嘛。所以就等招委回来不行吗？那我们找另外一个招委吧。
他就是他的助理啊，是啊，那你等助理回来会怎样吗？你等招委回来会怎样吗？招委回来不行吗？你如果上面没有助理，招委他负责的嘛，他老板就是招委，负责回来。所以如果他的老板欺负我的话，我就让他欺负就对了。那你等招委回来再说嘛，你干嘛这样子？这不是我啊！是啊，那你等招委回来就知道了。招委回来了，为什么助理还想拆我？那你跟他讲嘛，我要申诉。那你跟他讲嘛，你报警上来讲嘛。盯着我拍。报警处理吧。他凭什么到底要盯着我拍？不用那么凶啊！我是女生，我觉得不高兴，怎么样？没有怎么样啊！我觉得被侵犯，这是我的权利，是吗？我可以生气，我可以觉得不舒服，我还可以说到性骚扰。请搞清楚，这哪里有什么性骚扰？我觉得被性骚扰就是性骚扰。谁在现场认为的？这么多人，这么多还在拍，那个我觉得不舒服。再讲话。他盯着我拍，我发现了，我觉得不舒服。我们现在大家都说都应该公开啊，所以大家都是看清楚。咱们有看到吗？看到了。他觉得不行吗？要不要就好了。怎么那边那个还在拍？对啊。你看大家都在拍。他也在拍啊。没有拍。他没有拍。我没有拍。你们可以看一下我手机，我有没有拍？我也不好意思。那就是。我讲了，你讲了，你讲了。交委是正常的，他会帮忙，最终让他进入到刚刚。外交部资料找到了没？这个比较重要吧？外交部资料找到了没？哪一个依据？书面给我看。主席，我们可以提程序问题吗？还没。哎，程序。我现在私底下也在休息。你的那个资料找到了吗？怎么可以处理？临时案资料再来处理一个临时提案吧。资料呢？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没有。你根本没有什么依据吗？他是说，他不愿意去参加这个议案的大会，问题。他说过问你到现在，从国分上次来都没有启动，这跟那个大会。今天参加完了。是因为提醒信函都给人家看了，你看什么？你都递给对方了。这是互信，这样会动议事项之后的时间。对，至少你没有，你至少还有点上面的内容。处理不规，退休提案那是可以啊。三天完之后是不是要到那个垃圾桶去删除？你刚刚就有删除，然后没有到十号。你如果再公布的话，那下周的那个那个不够，那你现在才到？开完马上就。每年都顺利出席，还订不到一个。
我爱是什么？我爱是什么？我爱是什么？请你掉出来看，我记得你很真实点的。可以啊，我当然也可以讲。你们有一个人代为讲一下那个内容。你如果说那是默契，那就这一次我会让魏总裁做成那个上场，就是你们就上场拿不上来。还有个上场的耶，对不对？对啊，好是啊，对啊，你有一百遍吗？好，由你来口头宣告的内容。好不好？让我可以口头告诉大家这个，好不好？来，时间到了，时间到了。谁提升会动议啊？对啊，我敢讨论哦。民进党还不敢讨论哦？哎呦，你要怎么处理啊？对啊，对啊，我就是。现在竟然民进党委员不敢继续讨论下去，提散会动议，这个是黑箱吧？什么叫太久了？在立法院开会还有太久？你们恐怕没有开过到晚上到八九点的吧？情况不一样。什么情况不一样？所以民进党的委员不想开会了，不敢面对这一个讨论案，现在要散会动议啊？你们当然可以提啊，但是很遗憾，过去民进党的委员，我告诉你们，过去民进党的委员开会都开很晚，好吗？你们一些资深的委员没在场。我们在追求真相，好不好？对啊。你们不愿意追求真相吗？跟真相没有关系吗？不用呼喊成这样子吗？我们刚刚已经跟行政单位都讨论好了嘛，你们要不要听一听我们刚刚讨论好的结论？那个不可能嘛，因为那个你们不想放弃你们监督的权利，是不是不想开会了？我们都在监督啊，但是提案没有过呢。那为什么急着要散会呢？他们既然也愿意报告内容，你们干嘛急着要散会？什么有事情？当然没有事情吗？国会监督为人民把关，这事情不重要啊。还可以开会到半夜一点。是啊，我们这个灵体还没有处理完毕，你们就想要散会，就不想开会了。好啊，我们国民党的委员留下，我们继续开会。民进党委员如果不想开会，可以先离开。好啊，提散会动议人上来解释一下吧。谁？你们提案谁是主提案人？要不要讲一下为什么现在要散会？还有个灵体还没处理完。吴坤玉委员说，在卫环委员会开会讨论，浪费时间了。我们已经跟他协调好了，我们已经跟行政单位协调好了。对啊，提案人上来讲一下好不好？谁提散会动议的？主提案是谁啊？这个提案主提案人是谁？好，吴雨晴委员提散会动议来，请说。好，刚主席其实刚主席提的临时提案根本还没通过，那就是一直要求我们行政部门提相关的这个的。现在都是在讨论。那在讨论中，我们要表达意见。我们比如说，我们提刚已经提出要停止讨论，然后就是表决，那你也不处理，所以这个时间一直耗下去。所以我们现在本席要来处理。我们已经提出了散会的动议了，请所以民进党委员不想要讨论，真的非常遗憾呢、哦。我们看到我们卫环委员会过去都是最认真的委员会啊，我们开到八点九点都在所不惜啊。但是民进党的委员现在七点四十分竟然就提出散会动议，临提，不是五点四十分了，我就加快了两个小时。好，这个是民进党委员提出来的哈，他们不想开会，提出那个散会动议。那个联署的人有吴玉琴委员、陈曼丽委员、陈颖委员、吴坤玉委员、钟孔照委员。那因为有这个委员提出来。我们就要处理哈，民进党的委员不想开会，所以你们不想散会是不是？那主席这边宣布，所以这个可以不处理哈。那主席现在宣布，主席刚刚大概有，因为早上撤回去，对不起啊，先宣布延长。因为主席，因为。早上在讨论第二案的时候，因为大家没有共识，所以延到下午。
那延到下午，大家认为说第二个议案要重新再讨论嘛，对不对？相对的啊，讨论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共识。那民进党也提了一个用表决的案子，那这个表决案子是如果不进行处理的话，所以他们才提第三案啊。是就因为主席也没有说我们原来的开会时间是到五点半，那因为主席也没有讲说要延长时间，所以就提散会的动议啊。以上说明。所以现在民进党一直是要提散会动议，还是我们宣布延长开会时间？对啊，好，那我征得现场委员的同意，现在是5:42，我们继续延长开会时间。请问有委员有异议吗？有异议。有异议哦。好，民进党委员不想开会，那你就是提这个，就是你们要散会嘛，对不对？好，那主席在这边宣告这个民进党委员的提案哦，他说会议时间已届5:30。然后他们要提案散会，联署的委员是吴玉琴委员、陈曼丽委员、陈颖委员、吴坤玉委员、钟孔照委员。好，针对这个提案有没有异议？好，有异议，我们现在表决。来，赞成现在散会的，我们记名表决啊。赞成现在散会的，请举手。好，举手。好，来，我一一唱名哈。我们举手表决。举手就表决就可以了。来，我们现在举手表决。赞成现在散会的有陈曼丽委员、吴玉琴委员、吴坤玉委员、林静怡委员、陈英委员、钟孔照委员，总共六位。反对现在散会的委员，请举手。有蒋万安委员跟陈怡明委员，现在因为赞成散会的人数有六人，所以我们现在宣布散会。你们议事人员跟赵委讲清楚，不然会议一直错，一直错，哪有错？哪有错？散会，教一下好好，不是，那个热身的。